欢喜这样的东西吧。对，对啊，他，哎，那个地方。Hello，去哈，雀，好哦。哦，雀，哦，你知道他在那看，雀，我等一下我想买这一件，雀，声音帮我关掉就。各位进来的帮我们分享一下哦，我们今天先来那个风衣家，我们。啊，等一等，等等会去新的店家。这件，这外套也太美了吧！要修，这外套也太好看了，这我的菜啊！我要买这一件，我要买这一件。刚才看到就喜欢了。我们今天在风衣家，然后我们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会去那个我们新的店家。然后你们帮我听听声音可以吗？声音，外瑕音 OK 吗？声音可不可以？香鱼，文婉，谢谢你的精油，谢谢你的精油，爱你哦，文婉。我只听部分，声音 OK 吗？啊，不，但我哥之前会唱独角戏，看一下，外瑕到底。小雨说可以。可以啊，小雨，我有截图你的那个蔓越莓。等我那个韩国回去的时候，我再去虾皮，可以哦。小平说可以，赶快进来。晚上好，小平。来，我跟你说，帮我们分享这一则直播。然后呢，我等人多一点，我再来跟你们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办什么活动？我们这次办的活动非常的好，我跟你讲，你们一定会喜欢，好不好？你们一定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我要讲了吗？可以。来，就是呢，就是从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连线是几号？9月，网友他电管这里吗？去，你帮我调一下。好嘞。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非常的好，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就是啊，你只要9月24到10月1号吗？对，到十来，月一号。十月一号，我们这一次的连线，只要有满那个12880，只要有满12800，然后呢，我们就会抽一名。我们就会抽一名，我先拿我的给你们看，可是不一定会是这一个。有，BB 欠我好多了，我刚才有吃药，医生叫我吃7天的药，假去刚啊。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就是我们满12800，然后我们会抽一位，就是这一次连线的直播只有这一档哦。然后我们会抽一名，然后送这个牌子的 Celine 的小就是零钱包，我们会抽一名，然后呢？满8888，哦对，抗生素有，因为医生有叫我吃7天的药，所以我都有带过来。然后我们满8888，我们会送韩国品牌的保养组，然后3名。然后满6888，我们会拍照上去，就是我们上次我们有拿那个杯子，就是它是那种铝的杯子，我们会抽10名哦。嗨，蔡丽，你来了，小卢、林娟，赶快上来，赶快上来。我们这次会抽一名，然后满12800块，就是不能并单，就是单笔满12888，我们会抽一名 Celine 的零钱包，我们会抽一名，好蠢。舍令的零钱包，然后上来的帮我们先分享一下哦。对啊，然后那种抗生素啊，你知道吗？吃那个里面有一颗咖啡色的，尿尿全部都是黄色，然后我的内裤全部都是黄的。诶，跟那个 B 群一样吗？
不是，它比 B 群还要黄啊，还要黄，屁股会黄色，就是因为尿尿啊，就是会漏会尿，尿不是干漏净尿，啊，它是因为你擦完之后，你是不是穿着它，然后会摩擦，然后那就是漏尿吧。不是漏尿啊，跟我一样有漏尿的困不扰。是漏尿，它就是，反正就是你的内裤，我怎么洗都洗不掉洗没有？不错啊，那我们再播新款内裤好了，就不用洗了，什直接么？播不用新洗款。就直接，不要再一你定做这免洗内你知裤道我洗就贼哦，我可不来。来上来了，赶快帮我们分享这一则直播。然后一样，我们线上加油折30哦。付款方式呢？我们没有刷卡，我们就是有货到付款自取，或是超商取货付款都有。我们就是没有，现在都没有刷卡，因为我们把就是反正我们把我们的连线的价格压到很低，所以你们会以比较便宜，就是会你们会以比较便宜的，就是衣价钱买到高质感的衣，好不好？所以呢，赶快！我跟你说，这一次的这一档的活动真的很好，你们赶快加，赶快加！然后只要满单笔哦，单笔只要满12800，我们就抽那个抽一名舍令的零钱包，好不好？好抽舍令的零钱包，，very good。我好爱哦！我会叫阿宇买一个，还是跟齐总说，齐总我不用 LV，我舍令的也可以。可以，哦，差好多，我差好多，我感觉压力小很多了。这样好达成吧？那我舍令的可以吗？可以，可以，可好，以，就是如果我达成我们的目标，舍令的就好。他会可说以，可啊，以，可以。舍你说令一样的，是圣诞节礼物吗？对，好，没问题。圣诞节，好，圣诞。那我们圣诞节礼物哦，启动说要买舍令的零钱包。等一下他拿的是那个钥匙圈怎么办？不用打，来圣诞节礼物哦，然后打开，怎么是那个钥匙圈？怎么是钥匙圈呢？跟我讲一下。要送你也要送那种实用的嘛，对不对？所以送给果粉，我就那一天就跟齐董在想说，这一次连线想要冲一下，想要送一下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要送到你们的心坎里，对不对？舍令什的么？有没有喜欢？来跟我讲一下舍令，我不知道你刚有听过，我是最近期才听过舍令这可个是舍牌令很子，有名呢。在一起订来的韩奶云，我第一种韩国，然后奶云说，哎，这舍令。我刚好一个舍令哦，因为我一个朋友很爱那个牌子，是这样，他都买那种大包更贵，没有，就藤编包我吧，藤编嘿，弄起来会藤嘿，编是的，咱俩是拢一对款，啊，对啊，然后有我就。哈，我不，没关系，我只要买小的就可以了，我一个朋友，他也很喜欢舍令的牌子，因为我就记得是，Celine 跟 LV 也是同个集团的，真的吗？对，他们是同一家出来的，真的对。哦，价钱差，可是我觉得舍令的那种皮质好像比 LV 好。感觉还好哎，好一点吗？我觉得因为刚好因为 LV 的那个皮那个黑哥上面啊，黑这边皮啊，这些牛不是小羊皮，不是不是牛皮，不是，伊迄皮是革。皮，伊迄是迄种不是皮呢，LV 我迄毋是哎，纸篓革啦，纸篓革我看小红书我讲的是纸篓革，纸篓就是对，LV 那个吗？可以，你说什么荔枝皮吗？不是，不是不是就荔枝是我皮，买迄种有点迄像个是，你是外套现在内搭先，都可以啊。那内搭先，好，因为内我已搭经先。先换内搭。呵呵，我马西洋内搭来对。好，几个人？哎，275而已选的耶。啦，可以，哎，选了，因为我们等一下。PCB，对对对现在十，PCB。现在10点了呢，好，我们还有1个小时，一个半。一个半PVC 啊，PVC，PVC，PVC，PVBS PVC 啊。安娜，来，天线，脑花。来，我们的内搭先，嗨，哎，这个真的弹真到，的很好我穿，不好意思在这边 you 有没有？它真的弹到，难道天天弹去回了？台湾，对，老花真啦，的弹回台湾，好舒服，对，好舒而服，且它好喜欢是这种料，顺身，然后不紧身，对就啊，是有一些内搭你虽然这样看起来合合的，它会对，很松，这个完全不会，它好是舒松服的。它是松的，你看它 QQ 弹弹，，Q 然后这弹，种面料是不会变没形有，的面料哦。然后你看它整没有。个，那绝对可以到2L 都可可以以。可以，我跟然你说，后真的很好超穿，好穿，然后好喜欢 QQ 这一弹种。弹的，然后颜色有黑，然后然有后白跟灰灰三色，三个颜都是色。算基本色。我然跟你后们它说，这个你们一看，定要包色。这个要啦，这个真的很好穿，而且它料很好。可是啊我啦。们没有要设包色因价，为它已经很便宜对。了，它已经很便宜了，没有包色价钱了。每次在搞完回工，启动不包色价吗？启动，我刚刚你怎么有点变这样？为什么才第一组？
你有啊，启董，我想要有包特价，没有没有，这个已经很便宜，而且我们这次这一档的活动做得非常的好。我还讲你卖个启董飞，你卖个启董飞要先经过我两个机关。对啊，我两个机关你也无嘿，我搞我按来又好无，无那种包特价，你是后母吗？对，我是继母。就是如果启董要交女朋友或者是要经过，结婚或者是娶老会婆的问我话，们，要经过我们这一对关。对对对。外公，这有两个迄种，什么姐姐哦，管你屁事！我要过好几关呢，还有好大哥大对姐，哦，对大哥呀，我把大它当和尚了，我觉得。当烤鸭，就当和尚，扣我啊，我应该炸木鱼。我真心觉得，你真的要当和尚。对，我真的要过，因为你要过五关斩六将，你要过四关那他就没有后代了哎。啊，他如果当和尚就没有后代，没关系啊，反正你有干儿子跟干女儿了。哎，对对对对对，好啦，就这样。你有两个干女儿哎，对啊，一个干儿子，对啦，没错，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没错，就随你还介绍海包生呢？对对对，你介绍海包生，什么包生哦？无包生哦，我嘛无甲介绍，无法多包生呐，嘛无法多甲介绍。我迄什么是包生啊？我迄年会才坐到，生啊咧，嗯，我迄年会才坐到伊遐三四回，我四四回咧，一条龙是不是？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好了，就这样就好。来，编号来到几号呢？01。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了那个风衣家，我们太久没有来了。我跟你说，这一次的衣服非常的好看，非常的优秀。来，今天要叫我第几呢？好好穿哦，舒服对不对？很喜欢，喜欢欸、然后你看他袖子很好喜欢哦，你看他袖子很萌袖，我仔是个什么袖？萌袖，萌袖，就这样吗？害羞的袖子，萌袖啊，很萌啊。来编号零一、这个，零一，这个对不对？对，来编号零一的话，这一件我们就来几个没有。胸48，对，然后长63，然后这一件是可以穿到X2、X都没有问题的，因为呢，它在那个袋子里面哦。因为它非常的弹，它的面料有没有很弹？你看，然后它旁边这边是做那种比较厚一点的滚边，有没有？然后这种它算米白色，它是算有点米白，它不是纯白，它是米白色，不是纯白哦。然后我觉得它的灰色也很好看，是花灰色，我看到吧？然后重点是你看它的后面有没有？不是很素的一件迷你，你看它后面还有车那个哦。还有车那个反车线在后面，有一抓，对，爆逼，就是不会让你衣服觉得很单调，就是觉得穿出去，哎呦，好凶手吧？你看后边，所以后面有条不边线，就很好看，有没有？哦，它的哦哦，你有看你的两股歪去？用用一条耍来歪，对对对，来，小姐，你两股歪去啊？我两股真的有歪去，真的有哎、欸。每个人的龙骨都嘛，龙骨，什么是龙骨？每个人的龙骨啊，每个人的龙骨都应该都有歪歪的。对，因为那个姿势都不那个。你们一定要买哦。然后它，你看它的花灰色真的很好看，超喜欢。就是它颜色就是有灰，然后有米算白，你们打白，然后可是它是米白色，然后还有黑色。我跟你说，打包加一，拜托。我们线上加一就是折30，你包加一的话，你就省了90块哦。群主的这个哈。哦，对对对，你就省了90块了哦，懂我的意思。然后你看它的圆领超好看，或是你有时候可以叠搭，就是你可以穿两件，就是你像外面灰色的，对对，里面就可以穿一件白色的，冬天呐、啊。然后或是你灰配黑也很好看。我跟你讲，这件你们真的要买，因为真的很好看，不买你们会后悔哦，因为我要买。我跟阿宇都会买，这个真的很舒服。对，编号01线上加一的价钱只要930元哦，930，真价销售哎，便宜，真的很便宜。它是那种高质感，你们风衣家你们有买过嘛？对不对？你们就会知道它的质感在哪里了。不是，我们是垂中秀的那种哦，没有品牌的，我们是找有品牌，真的很好穿。你像这种天气，这种布料一定穿得住，因为它穿起来其实是凉凉的。对，对，它真的是很舒服。然后你看又配我们的项链，没有哇，颜色配哦，好好瘦哦，穿起来它就是有那种怎么讲，就是不是很紧，然后可是它是顺你的。嗯身有没有？就是看起来就很瘦，然后肩膀很小，很好看。然后我喜欢它的那种，对，卡一种，因为布边是少蝶瓦靠，有没有？它布边线是少蝶瓦靠，还蛮特别的。来，我跟你说，编号01，喜欢的帮我打01包加，或是你看你喜欢什么颜色都是可以加。线上加只要930，你们真的要加，要把握这一档哦，拜托我们这一档做的活动非常好哎。我们一样是线上加一折30，公益家又爱又错。错啊！错嘞，干嘛？
我们其实这次也蛮错的。对啊，哎、欸，不要说你们错，我们刚才我们来两个又在尖叫了。对啊，你们心里面啊、哦，我等一下要买什么？对，我们每次来，这个你知道，我今天坐车来的时候，我才在想，我才在跟他们两个讲说，你看我们坐这，我那我两个这几斗，嗯，靠公出来这行鬼探机，我起出来开机耶。我也是啊，你看我去哪里，全身也是都韩国的啊，我也是啊。可是我们花的比你多哎、欸。哪有啊？我们花费比你多哎、欸，我们每一趟下来，我一底杯一底杯一底杯，然后各杯银饰，各杯什么来口，你搞杯来口，好可怕。无，你搞杯银饰，无啊。全部杯也来口。那我都买那个无印良品的。对啊，他都买无印良品不一样啊。他穿那个阿飞的格子，所以我跟你格子内裤。你们爱的就跟我们一样啊！内裤跟衣服有搭呢。我今天穿这个衣服，来来来，我今天穿这个衣服。那你内裤也是这个吗？也是条纹的吗？也是有，也是有啦。它有条纹跟格式的，它内裤我都蛮知道长什么样子。哎、欸，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哦。有，他上次有告诉我们出来那个内裤掉在外面呢。什么颜色？那条纹的蓝色，要不然就是黑蓝格，要不然就是灰的，蓝色就灰条。哥哥，你是内收型？没有，不是那。内裤是新的好吗？我知道它是新的内裤，新的内裤要掉在外面。对对对。哎、欸，那个这样打可以吗？01号灰黑安利盖塞，看一下哦。那个要打正确哦，你们一定要打01黑加一送出，在01灰加一送出。那 S A 就是你再帮我重打一下那个01灰加一，或是01黑加一哦，你要帮我打正确哦。就是黑色入单了，然后灰色没有。对啊，那你帮我再打一次。对，打灰就好了，打灰。对对对。01灰加一，这样才能入单，才能折30块哦。朵朵说什么？齐总跟我们不同啦、啊，你是懂，我们没有啦。哎、欸，等一下，我要那个改个名字可以吗？齐总冒汗的形象没了，改个那个阿红好了。阿红好了，对对对。阿红，请问你给了？不要叫齐总好不好？为什么？就是这样听起来就是有距离感、啊。不会啊，不行啊，我觉得。齐总，我要改一下名字。阿伯，红董，阿红。红董，不要懂啊，不要懂啊。阿红就好了。哎，问了两个，阿红就好。阿红，对啊。阿红哎、欸，对啊，我觉得直播那个要不要改个名字这样子？好，谢谢。这个草莓很小啊！哇塞，啊那个，谢谢。哥哥好笑，哦，好冰哦，笑死我。对，哥哥有啊，湘云说阿红，谢谢，点，谢谢湘云。好了，阿红了，我们现在叫阿红啊，不要叫齐董，那这样好像有距离感。真的，真的。我的为什么不是那种洞？没水呢。丈量，一二，好。不要，没有吧？怎么会这样啊？红哥，江宇说红哥，红哥也是我们在叫的。对啊，就阿红、红哥都会啊。杜维乐，姐姐，有比较细的吸管。姐姐，你们这个杜维乐，这个杯子啊，好好看哦，好喜欢哦，我喜欢这种花纹。好吧，这个要，我要买这个。OK， 好好看。然后我跟你说，这一次。风衣家的一定要跟上，拜托你们各位一定要跟上哦，好不好？因为真的很好看，我发誓不好看的都在旁边了。嗯，最好看的我把你们选出来了，就是最经典的，好不好？完美欧北经纬啊，真的，真的哈，齐董马上了解。我拿东西。嗯，对，哦，对，嗯。好哦。然后这是编号零一哦，好来，编号01。啊，是这个我看一边啊。好，好，这样，好嘞。哦，那你先。哦。阿玲去买什么？阿玲去买银饰会带我们去吗？会啊。你们想要看银饰吗？可以啊，我因为我这次也要买。结果就好，换你。换人。好好看哦！哎，现在裤子穿起来那么长，那么短，喜欢这种萌秀。对。现在等，现在怎样？这种叫做萌秀。好呀，是水袖吧？萌袖有戒指，可是不一定欸，我们去逛那个银饰要看有没有好看，如果好看我们才会卖。可是我觉得那间银饰很贵欸。对，那间我觉得那间的银饰，
我跟你讲，一分钱一分货，喜欢你们就买，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看的银饰那一件虽然比较贵，可是你们上次有收到那个方块的吧？材质不一样。对，你们上次有收到那个方块的吧？方块项链，方块快4000块，对不对？我们看到另外一条更贵。真的呢，哦、我顶改买无了，有无？真的，然后我甲讲，我们这次、啊、我这改我来给你买，给我买，给我买。裤子很好看哦，来了来了，很好看。你到底要干嘛？我觉得为什么穿起来那么长啊？你到底要干嘛？一样啊。你是穿比较低吗？就肚脐这边。哦。它、欸、蛮大件的、啊。大件。哎、欸，这个好大件哦。来第二组，才第二组。不要那么早可以不要那么早啊！你的舌头怎么了？才第二组哎、欸，好大件哦！你们看看这个，真的很大件。阿红一直很想入镜，对，阿红还是留在这里啊？你不要就动我们的镜头啊吗？镜头，今天是小帮手。这次会有超市吗？没有，这次没有超市哎、欸，没有哎、欸。其实我也很喜欢去乐天。说真的，我们自己很喜欢去乐天，可是乐天真的零食真的不好卖。对啊，真的不好卖。不好卖。就是久久去一次 OK。对，银饰贵的有质感。林娟，我跟你说，这一次如果我有过去，然后我去那边卖，有一条也很好看，那一条你也可以买。真的是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可是重点，它比上次那条还要贵，真的呢，真的贵哦，贵，可是贵。可是真的那个摸起来的那个材质真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一条也是哦，那一天去那边买一条这个也是他们家的，这个也很贵，可是没有只有一条而已。好，来裤子来了，来两个颜色，编号是02。好，哎，我想，02几？三色，破方形的，黑杏咖，编号02，今天的两件牛仔外套，今天介绍啊，那个牛仔外套是上次的那个连线啊，珍珍穿的呢，珍珍啊，不是我两个啦，那是我们这次叫那个阿红先带回来，因为我们 很喜欢，我们一人买一件，对，然后那个是上次的那个哦，上次的那个珍珍穿的，上次的连线款，可是也是可以买，还可以买，珍珍，对。然后来再来裤子颜色，我穿的是咖啡，然后这个要打杏色，然后阿玲穿的是黑色，这样子三个颜色。然后这件裤子啊，它穿起来真的很松哎、欸，舒服啊。这个我跟你说，小孩可能在后面走又裂裂口裂绕口，可是我觉得很舒服。这种裤头就是穿舒服的，好不好？穿舒服的，好好穿、哦。阿鲁，你可以去看那个上次那个直播或者是照片都可以，上次的连线款。然后这个啊，它的好看，这个在这里，你看它的裤头这里啊是做那种宽版的皮带孔，可是这个应该不太会穿皮带，这个就是它的造型，有没有？然后它这个整个是这样子松紧带，然后里面呢，如果你是 S 号的人啊，太松的话，里面是有 Q 带可以绑，里面有两条松紧带是坐在里面，所以松紧带是在外面是看不到的，然后这个是有扣子有拉链。整个可以打开，然后拉到你最瘦的地方穿这样子。然后我现在穿的是咖啡色，然后它的面料很棒哦，它面料还蛮特别的，就是很像那种他们家的面料那种防风面料，然后穿起来超舒服。然后后面的口袋是做方形口袋，方形的口袋，然后有一颗扣子，这扣子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口袋是可以用的。是。然后前面也有口袋，然后我觉得它的裤头很漂亮。如果你今天就是想要露出裤头的人啊，你就是把衣服整个安内往内安内，往内底，往里面塞。啊不，那个塞进去嘛，先塞啊。整个扎紧。才第二组，你讲我，这个讲的有点暖，这样会传染，你不知道？我觉得这太近了，有没有会传染？这有没有？才第二组，自己打嘴巴。今天坐车，我跟你说，今天坐车真的坐一整天。我从早上几点？10:20出门，坐车坐到刚刚到现在，我真的一路就是屁股已经坐到要平掉了，挺不吗？算挺啊，可是它不厚，就是我觉得很用力一点，好，需要用力一点，就是它，不是，放过我，我还有7天呢、欸，我还要在这边7天，我要撑7天。就是它其实不厚，我觉得它这个厚薄度是适合台湾的。台湾的天气就是要买这个。哎、欸，我给你封球。
台湾的天气就要买这个。这期我们刚请来的，这期被请北海道吧？哦，这应该要等到十二月一月。北海道，我跟你说，像这种材质如果不够冷的话会刺哎、欸。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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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舒服啊。可是你看哦，我们都是选我们台湾就是适合的，好不好？然后这是咖啡黑色，然后还有一个杏色，这个杏色也很好看，这个杏色也很好看，这个杏色也其实它没有地雷色，真的，它真的没有地雷色，哦、超好看的。对 ，SU，SU， 你 SU， 干姐，我的仔，你的打包家，干妹妹来了，我的干妹妹啊，欸干妹妹，对，我就知道你来了，我在等你耶。我上来直接第一句话就包加一，直接霸气霸气出场，霸气出场，一出来大家都知道。哎，思雨你跟我一样霸气有没有？啊、好，包加一跟我一样包鬼，真的很好看，因为真的很好穿啊，说真的真的很好穿。然后裤子没工就不啦，然后裤子也可以包啦，因为我觉得颜色都好好看。你看哦，黑色也是啊，黑色就是比较基本款的颜色，有没有？它前面就有扣子，然后这边是有那种一个上面腰带扣，海扣。然后它后面一样是一个两个大口袋，对，一个大口袋，它有出那个扣子，防止你东西掉过去。是的，然后来我念一下尺寸哦，来编号二号，然后这一件呢，要撒库拉啦，撒库拉，我们瞬间移动在那个行，大家包起来，对，谢谢。来线上这件裤子是1730哦，线下是1760，腰围呢是35到48，然后臀64。然后大腿39，腹长94，来可以穿到多大？穿到 L， 大 L 还可以啦，穿到大 L 可以，大 L。你看他的腰，你看哦，你看，然后臀其实也蛮够。你可以再立白啊，你是比大腿更。没有，他其实我觉得大 L 可以。对。然后差 L 的就是可能斟酌一下，嗯，好不好？你就尺寸表，然后斟酌一下这样子。真的很好看。因为尺寸我们都会建议，我们两个都会讲得很保守。对啊。对，我们都会讲得比较保守啊。你们就是差 L 或者是你大 L 的人，或者是你这边比较有肉的人，你就是尺寸表，我们会上置顶，然后你点开然后看一下，对啊，你有没有好一点？有，有就会也可以跳步诶，来跳一段来看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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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给我撒3正5，有啦，有吃药了，我有把药带来这边吃了，谢谢你们的关心，我有把药带来这边吃了。哦，要求我要不要取消机票？干你妈这惊！我先说，没有，我先生跟我说差一点呢、欸。你拜礼拜去啊？你安尼够有法度啊？你安尼放学了，安尼敢会使？我讲，哎，敢是会使？我住下。差一点，我跟你耶，哇哇哇！阿弥陀佛，对不对？而且一次才8天呢、欸，对，我消暑8天，哇，你刚好把他带出去8天，我等下很玩家哦、喔，我等下 Q 到无挂，无挂鼻头毛。我刚刚那个问一下那个珍珍能不能过来帮忙，哦，一起帮忙一下，哦、对 对，要不然我一个人8天，我们对啊，要不然我倒下，你直接杀了我比较快吧，真的，嗯，太累了，太累了。我知道，因为上次我跟他来也是这样，啊、而且那时候只有4天，那天那时候比较短啊，对啊，对啊。憋尿，你憋尿吗？可是我记得我没有憋尿，没有，我觉得应该太累，然后刚好抵抗力下降。可是不是说适当的憋尿是那个吗？对对，膀胱是有益处的吗？适当的憋尿啊。适当，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不适合憋尿，就是不要说就是憋，因为我们的膀胱太久有点松了，你又憋尿。可是我去做那种漏尿的那个雷射啊，那个医生他也叫我要训练哎。对啊对啊对啊。他也叫憋尿对，因为像。大姐的医生也说，就是其实适当的话是 OK 的。对，他叫我在家哦，就是在家有厕所地方，然后可以适当的练习憋尿。对，就是不要说太久这样子。对对对 对、啊，要多喝水，太憋不好啊。对了对了，现在都有一罐那个矿泉水在这边，都会喝着喝着。你有喝吗？有啊，我有喝呢。你看，哎呦喂啊！我只管玩台湾，你刚这样洗，看全身的裤子，好这样子，免疫力失调，对啊，对啊，是免疫力下降。有时候真的在免疫力下降，什么病都会来，好不好？对，真的呢。对，全身啊呢，有没有很好看？脚很长，这件真的可以买。脚很长，可以训练，但不可以太憋。对，哦，好啊，那个医生也叫我要训练。嗯，可是我跟你说不行，因为你只要有尿就想要去厕所，对，你会憋不住，因为你有尿道炎过，而且这次我是医生说我是急性的尿道炎，所以会放血尿。想看一下杏色，好，好嘞，杏色也好看，要按有，我会他说一天吃两次药嘛，就早晚，我现在都有吃，只是说尿出来的尿都是橘色的，嗯。
啊，因为迄种黑杀菌，对啊，那种药是在杀菌的，对，它在，所以一定要吃啊，一定要吃药。那我先拍照，好。你们建议你们在线上加哦，没有我拍啊，好，线上线上才有折30元，好不好？现在很划算，这样可以进得了，可以啊。哎呦，我 pro 级的呢，可以啊，你我 pro 哎，他在后面看着你，我知道后面有两个眼睛。OK， 你也翕不好个腰腹个，我真我鬼，你是你们要变北七吗？裤子多少钱？橘色是正常，对，因为它的那个药啊，那个药味。可是我那个就是他有给我一罐是很像优点，叫我要洗，可是我忘记带来。哦，对啦，黑 I C 优点点。对啊。好，洗油。对啊，他就是给我一罐，还有一个药水。对，然后要倒在水里面，然后这样子洗。嗯，对啊。训练尿一下憋一下尿一下憋一下、啊、我有用过 SU 很难呢、欸、很难可是你尿就是会想真的很痛苦出来啊对真的很难我有试过就是你在尿的时候你要缩一下然后尿一下缩一下女生还好吧我觉得男生比较困难没有我们女生也很困难、哦、真的吗嗯女生也很困难很难真的很难好啊你们建议你们赶快先上架 哦， 我们等一下我先预告一下就是这一间我们那个风衣家播完我们还会再去一家新店家好不好新店家 Sakura 说别熬夜但你现在不适合训练憋尿对你现在不适合啦对啊哎、欸、不行不行不行药你要我觉得你要先把药吃完对啊而且真的不要熬夜、啊、所以我们就是、啊、所以我们秉持我们12点就要回去了好我们刚可以我早一点回去可以可以可以早去早回这样吧早去、這個、早去早回那个 早回早出来做瑜伽式的乔治 SU 我也有哎、欸、可是我跟你说这啥刚烈不前面折啊很懒真的很懒好来再来是好哦，你下次来再教我们怎么别可以。OK， 来再来是外套，超级好看的外套，超级好看哦！这件外套一定要买，我要买这个颜色，因为我没有这个颜色。小西裤子不会很厚，它是有挺度的，加速你好 ，OK， 加速加速，好好，我修高位啊，然后今麦怎么样？对，大家一直憋尿憋太久，对对对，好 ，OK OK， 小西这件裤子你们真的可以买，因为它真的很好穿，然后它挺度也蛮挺的，然后。厚薄度就是正常，就是我们台湾可以穿的，有没有？它是厚薄度是薄，算我觉得是薄的。我们现在其实不会拿很厚的裤子，因为台湾我说真的很热，人家说热啊，所以真的不适合穿太厚的东西。你也穿没掉。我跟你说，外套你们真的要买了，我跟你讲，真正爱买，真正爱买。这个颜色真的天杀的哦，真的做什么？嗯。然后阿文蛋的裙子是灰色嘛，灰我觉得它的灰跟有点灰绿灰绿的颜色，对，真的很好看、啊。换个裤子，你先介绍。这一件外套，拜托你们一定要加，拜托你们一定要加，因为真的很好看。有没有外套袖口看一下？好，这样子。你今天外套我有扎 OA 来，我也是哎、欸，我有扎今天 OA 来，带一样的外套，对。然后我跟你说，它这个外套的袖口它是可以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扣的，它是可以这样子扣，依照你自己的手的那个大小下去调整，它是可以这样子，有没有？如果你觉得太大，然后你就往第二颗扣，然后呢再把它这样子往上折，就是稍微就是可以折一下，有没有啊？如果你不要扣的话也可以，你不要扣就是像这样，就是可以把它折起来。然后它这件真的是比较好，我啊，可是我黑色不是我黑色哦。哎、欸，对啊，我黑色也是这样子。哎，啊，那我蓝色扣子对，行嘞，对，哎，对啊，是一样的，一样的啊。所以我是戴我的黑色。对啊，很好看。然后我还要买绿色啊。真的很好看，很喜欢。所以，哎、欸，有这个颜色真的要买耶、欸，这个颜色真的一定要买。这件跟五月买的蓝色一样，不是不一样哦。五月那件蓝色的话是后面有两颗扣。对。后面是有两颗扣子啊，这个是新的，它是没有扣子的，它是没有扣子的，真的好好看哦！天哪、啊，天哪、啊，小喜欢，我的口袋要破洞了。然后就是它有这个帽子，有没有？它这个帽子是这样子，它是有这边有做松紧，可以自己抽绳。这边有没有？我直接皮，那个你懂哎，这边都是有做那个在帮你
就是不用打结，就是这样子用就好了，有没有？然后你怎么讲？这一件就是前面还有拉链一模一样，我觉得它的布料真的很好，看到这种颜色真的受不了哎、欸！哇、哦，那这种颜色真的是非买不可啊！两层，它就是一层里面有一层那种莱利，它里面就是薄薄的一层内里。然后外面就是像这样，所以它还不到是那种很厚的那一种，有的是里面是有布的棉布，对不对？可是它是内里哦，所以它是算两层，薄的两层，它是薄的两层。然后它有做那个拉链，然后还有扣子都可以，然后很高，就是你挑都拜我阿妈公卡袂冷，这件真的好好看哦，要买，这件一定要买，这件看看后面，而且都不会退流行，不会退流行、啊，因为我们这次也是带这件的黑色的，对，真的都不会退流行，而且我们是去年买的还是前年买的？前年买的哦，嘿，对啊，而且它都没有褪色，没有变形，都完全没有、完全都很像新的一样，所以他们家外套真的很耐穿，就耐褪啊，而且我都它很轻，而且我都骑着要穿着骑车、欸，哎，对，它很轻、非常轻。有腰身没有？它没有做腰身，因为它里面没有抽绳，对，所以它是没有腰身，它是那种宽宽的，对，整个就是这样闪送的，有没有？嗯，这样子，它的侧面超好看，它的侧面是它的灵魂，这也没有好，它侧面真的是它的灵魂，好不好？真的要买，你有买蓝色，去年买黑绿，对我去年是买黑绿啊，然后今年它有出这个咖啡色 S1， 我跟你说一定要买这一件。啊灰啊灰还有灰、它这个也是新的颜 色, 色，它有灰色，有灰色跟蓝，它、蓝色我有买，对，啊蓝色就是已经有出过了，对，蓝色然后之前有出过，这两个颜色是它今年的颜色，今年的颜色、哦，口袋介绍一下，口袋型呢 ，T 型的口袋，它口袋算蛮深的哦，对，有没有？整个手都插进去了，它口袋是算蛮深，可是如果你是骑车的人，这种口袋还是建议不要放。重要的东西，是因为这个它毕竟没有拉链，可是就是你在走路的话、手想要就是拎拎我插口袋是 OK 的。那我现在穿的是灰色，灰色它的灰色也很好看，这个我跟你说这个都可以穿到 XL 2L 都可以，因为它这种外套就是要让你穿这种宽宽松松的、然后侧面啊整个你在走路的时候那个线条真的超好看， very good， 我跟你说你走路时人家会多看你三眼，真的三眼怪、三眼怪真的会多看你三眼，因为它就是有型的外套，然后重点是它这种外套真的就是很耐穿、你穿 N 年后它还是会这么的漂亮，对，因为有的外套真的你穿个一年或两年它就会囤囤，开始变形啊，对，就变形囤囤，颜色怪怪的那个你就可能就 不会想要穿它，对不对？可是像他们的外套，像他们的外套真的都会很实穿，好不好？来编号，来三号哦，编号03，这是到底你写在哪？这不好算。你是老师吗？对对对对对，我怎么？请问你是？这价钱真的不好算。你是哪一个国小的老师？我算超便宜的。真的、真的不好算。SU 说，我好心动哦，之前已经买了三件，没关系 ，SU， 我们是买心情的。我们真的也都很喜欢他们家的外套，真的买起来。外套啦、多少？我看，等一下，我看，这样而已。哎，我们之前那个计算机借我一下，我先自己转一下。好了，冲一下啦，看一下，好，冲一下啦。我想说，外套就是给甜甜价，然后让你们冲这样子。冲一下，蓝色好，等一下会穿。这件本钱真的很高。好，就冲一下，冲一下。好啦，我跟你说啦，真的很便宜。对，线上只要2650，你有笑吧？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而且它的面料这种真的是高级，这样高级的哎、我本来算2900，然后开始打杀打杀打杀，打到现在2650。它本来是。2940，还2870，然后再2760，对，然后2690，对，像这种厚薄度真的最适合台湾了，相信我，真的春夏秋冬买起来 ，S 一五，我跟你讲，今天外套今天要做何款？蓝色吗？蓝色，真的很好看。然后我记得去年我是买蓝色跟绿色吧，是不是？对，啊，是去年我们不是有买一件是秋季 stock 来，对，我是买黑色，是吧？对，线上2650，线下2680。对，线上2650，线下是2680哦。啊，你们要帮我带03，带颜色，颜色呢有咖、有灰跟蓝，灰咖蓝，蓝色来了，对。然后像这个啊，
你们要扣不扣都可以。对呀、啊。那如果你要扣起来的话，然后再反折也是行。对，也是这样子，它就是有一个缩口的感觉。对啊，刚才我有用给他们。嘿啊，安尼，我你们缩起来嘛是会使。阿玲穿的是咖啡。咖啡色。咖啡，它有点杏咖杏咖的颜色。还帮朋友追春天那里。这蓝色，对啊，哦，赞哦，赞哦！我跟你说，买新的颜色，新的颜色超好看。来，这个是蓝哦，蓝色。你看它经典就没有黑色。对啊，哦，他们都有把它把颜色错开，嗯。然后我们之前不是有买到黑色，对，有买到黑色的。然后这是新的颜色，因为蓝色之前有出过。对，你如果有买过的话，蓝色就不要了。对，你或者是灰色跟绿色吧，或者是灰色跟咖。你之前有买过黑色的，你蓝色就错开，你把它。换灰或咖啡，是啊，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很推。他们家的外套你们真的不用考虑了，这个价钱我跟你说真的无人能比啊，无人能比，真的无人能比，嗯，真的我够喝款，然后重点是价钱真的很便宜哦，嗯，一件他们家这种外套只要2650哦，你包色的话你就省了多少钱，省了90块耶，真的呢。对啊，咖来的啊，咖啡这样，哇，真的很好看哎，真的好看，要买。我今天等一下要买，今天很多人。我叫我那生瓜哥啊秀给你们，真的很好看。你说现场很多人吗？对啊，直播很多人。对啊，对啊，對啊對啊，要不然这里也很多。直播看到有鬼吗？看到谁吗？我。再看阿里的线上是多人，对啊，在这里，嗯，这边。嗯，你要帮我带编号03咖加103灰加103黑蓝加1，对，然后就是我穿的是咖啡色，我穿的是咖啡。编纱的要求，请问咖有带绿吗？是，没有。他咖啡是现场人山人海，加油 SU 人山人海。今天外套有几款？两款外套，今天只有两款外套。咖啡真的很好看，进来就看到咖啡了，进来就有看到咖啡色了。然后它就是这样子哦，春暖阿内盖在，一样的？不一样啊，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哎，不一样，哎呦，上次有卖过啦，哦，不要，还有 cos 的呀。名字我们是卖超级，爱心我们卖超级好，好，来，好，没问题。破四零六，朵朵，什么又破四？我们现在，我们之前就有破过406，我们上次500多呢，快600吧。我要近看咖啡色，喝淡几杯哦。我们上次是破600，六百多块啊。结果记得接到没有？真的吗？我现在是最多人哦，真的真的哇，都哭了我。可是我看别人也很多人，但我看到的是我们店里哦，就是他们店里人后面的 number one。哎，我要帮果粉磨福利啊！你要算我们，你要叫那个老板娘算我们便宜一点，我要帮客人磨福利。可以，可不可以？好，别帮我添。哎。你要帮我谋福利哦。好，好。哎、欸，我帮你们谋福利耶。对、啊，还有我的咖啡，那个 SU 它没有带绿色，它就是咖啡色。然后你看它里面内里也是咖啡，它就是那种，就是它没有。你说要带绿色，我觉得我这件比较像，它有点就灰绿的颜色。我这个颜色是算比较有点灰绿，然后这个是算有点咖性，有点卡其吗？比卡其再深一点点。对，比卡其再深一点点。嗯，因为这样应该没有色差吧？就是镜头上这样子的颜色，因为它这里的灯啊还蛮 OK 的，不会说。它这里的灯很正常，真的好看。对，就是你们镜头上看的颜色哦，阿内啊，包啊，包鬼啊。拿铁吗？拿铁色吗？拿铁。好像有一点，有一点点，再浅一点点，嗯，镜头看起来是绿哦，真的吗？这个是咖哎，啊，差没，而且每个人认知的颜色，然后跟你讲绿啊，嗯，你看它的绿是这种绿，然后你看哦，咖，我拿这样子给你们看，绿吧，好，你看啊，请，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绿，对，因为来哦，你们看，嗯，
这是咖，哎、欸、哎、欸，这是咖，真的很像绿啊，怎么讲？对啊，哎、欸，奇怪啊，阿里的像绿色，嗯，怎么会这样？可是我是咖啡哦，咖啡色，我镜头真的很绿色，哇，真的、哦，阿内阿行个表，阿内，无啊，这。哦，这个是咖啡，就是很像深拿铁的颜色，深拿铁，深拿铁的颜色。我家先这先头的色啦，咖绿的感觉不是秀场咖。然后你看的也是咖，你看的也是绿哦，荔枝皮，看起来像卡其色。对啊，就有点卡其性的颜色。啊、我量秀场哦，哥哥，它有点像土的颜色，真的像绿色哦。刚才不是这个，等一下我们这颜色看一下。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要看一下，对。大家看起来都像绿，哎、可是它不是绿。跟我们这个没关系，没关系、啊。可是对啊，看这一只，对啊，看起来像绿，有一点点多、哦。因为看这只不准。那我看我的，哥哥，我们冲一下呗。好，冲一下，冲一下。冲一下，三百张先问掉，亲们。亲们，什么亲们？亲姑们啊！亲姑们，亲姑，亲爱的们，亲爱的们，三百件，三百件，我们努力，三百件，我们努力，好不好？我是一直跟我老板讲哦，哎，真的呢，我觉得三百件，我真的好死反反应，怎么这样啊？手机看真的很像绿，有一点啊、对，就是手机看真的很像绿。可是这样看它是，我跟你说，所以一直觉得我们叙述颜色很奇怪。哦，真的呀、嗯。可是在我们这边看它是很像的是头的色啊，嗯，头咖的头的色嘛。有哎、欸、有哎、欸、有，等一下我们调一下哦、喔。可是它这边的灯光很正常啊。肩不秀长五四，秀长五十四五。对啊，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它是咖啡色哦，不是绿色，没有带绿的成分在里面，没有带那个绿的成分在里面哦，它是咖啡。可是我跟你说，你看哦，这个是土的色，就是我们地上土的颜色，然后这是咖啡色。这样我们在那边看有没有？它是深咖，然后它是算浅咖，它没有绿色的成分在哦，它没有绿色成分在里面，所以它这个是咖啡，这个。拍照看会不会比较正常？来，我头你看，哎、欸，阿哥你看我手机的照片。好，好。开滤镜没有？我们这个网络没有开滤镜哎。照片是咖啡，对啊。照片是咖啡哦，照片是咖啡色，你们放心的加，我不会骗你，它咖啡色。它是真正的咖啡色，没有那种带绿色的成分在里面，没有带绿色的成分在里面哦。刚进来可以再穿看看，可以啊，我慢慢，安尼，安尼，啊，嗯，我跟你们说，这个是咖啡色，比我们低，对，你要便宜我们才能冲啊，真的。我老公台语应该听无，听无，感觉跟姓比较像。粉丝们，直播镜头的关系，达到一两百赞或者三百赞的话，这件，我好跟老板讲，要不然的话，这个我真的很想讲，但是。好，我们努力，加油。对它这个颜色啊，就是你们就是像我在这边看的话，它真的就是属于咖啡色，比较像卡其色。我觉得卡其色，对，它是卡其色，就是我们之前国中不是有军训群那个粉叶绿，好，这个吗？不是有军训群，这个、这些吗？对，军训群就是这个颜色啊。哎，要不然你们看这个颜色是什么色？来，这个应该就还蛮正绿的吧？你们看这个颜色是什么色？这个应该就还蛮正绿色的，正的，对啊。你们看这个颜色是什么色？来，接下来是什么色？阿内，然后你来，这样子，这样看得出来吗？这个真的是正绿色哦。对，军绿，对，这个形态是绿色，深绿，对啊，我这个 就不是啊，就是卡其色，嗯、对，卡其。对啊，对对，然后我身上就是卡其的，哇，好暖哦，哇塞，那个好像在金门当兵在穿的，哇塞，了吧？我之前穿过那个，真的？你在金门、哦？没有啦，就是在那个在当兵的时候啊，霸王级寒流的时候。所以我身上这个颜色就是要打咖啡色咖，所以你们喜欢的话，帮我打03咖+1，03咖+，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是。你们赶快加，赶紧加，好不好？然后我们这次的活动我再讲一下，就是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八天的连线啊，韩国八天的连线单笔满12800，我们会抽 Celine 的零钱包，会抽一名哦，我们会抽 Celine 的零钱包一名，然后满8888呢，我们会送韩国的保养品三名，就是一整组的保养品。我们会去买，然后买到的时候会在直播上给你们看。对对对，然后呢，然后满6888，我们会送我们上次齐董有去买到那个花朵的杯子，铝杯的那一种，我们会抽10名哦，所以你们赶紧线上加，我们这次活动做得非常好，而且舍利的零钱包13000多哎，10000多块，没有，它是韩国比较便宜啊，台湾是我们官网是看16000多，嗯，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握这一档，好不好？一定要把握这一次，我们这次活动做得真的很好，对，我给你帮你熬一个零钱包呢。真的整摊都送光光了呢、哦、熬到都盖上小姐，我跟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怎样啊？是啊，是要把齐董吗？是要把齐董榨干破散吗？榨干没有哎、欸，你看我们两个的都给你们的哦，好不好？你们要加起来、哦、我们都没有收到他的礼物呢、嗯、你们要加起来好不好？有啊，中姐不是都没有收到他的，我跟他说 LV 不用，我舍令也可以。有啊，你不是刚说那个中姐的礼物吗？有，我有收到中秋节的礼物吗？有，谢谢齐总，不会，谢谢齐总，谢谢你包的礼金，对对对，谢谢，还是钱比较实在，对对对，我比较喜欢钱，比较重要吧，对不对？对不对？对对对，用钱打我也可以啊，用钱打我，好来，再来是来我的上衣，来我的上衣有三个颜色，后面条纹还没，条纹很漂亮，那件条纹也是我很想买的，对对，来上衣有蓝黑。白蓝黑白，好，蓝黑白三个颜色，然后这一件的面料也是那种洗不烂的那种面料，我真的我最喜欢他们家的面料就是这样，洗不烂，洗不褪色，洗不变形，对，那个 LV 会不会变外盒而已，买合适。哎、真酷啦，我还蛮失望的。是什么？我上次都没有达成目标，有没有差太远？没关系，外盒我自己有，差太多，对呀、啊，你们要加油啊！哎呀喂呀、啊，你们要加油！哎、欸，我讲这句话好像你在讲的话，可以是 LV 的饼干啊！你们要加油啊！你们要加油啊！我吃到他口水啊！对啊，有吗？你们要加油！你知道你们要加油啊！这句他常常讲，齐董很常讲，每次说你们要加油，然后我都一头雾水，我们没有加油吗？那你要加油？要更加油啊！要跟我一样加油啊！我也蛮加油的啊！我们很加油啊！好了好了，真的啦。我们三个都很加油吧？对对对，真的真的，对吧？真的真的真的。对，所以应该不是要对我们两个讲。对了对了，哎，对，今天都没有那个精神喊话了。对啊，来，我先脱一下裤子啊，不行，就要先撤，就要来。哎，干嘛干嘛干嘛？我就是要现在喊行。我们等一下要精神喊话，可以送 LV 饼干。我打的。哦。LV 有出饼干？有哦，在泰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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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嗯，来哦，来，再来是我的上衣，这件上衣很可爱，它这里呀、啊，它整个是这样子，整个是可以抽绳的，然后它后面是有一个小帽子，然后我现在穿的这个颜色是宝宝蓝，宝宝蓝，你知道它面料多好吗？它面料是那种一样跟那外套面料很像，就是一样有一点那种滑滑，就是有点那种，有听到吗？有点滑面布料的那一种面料。然后手袖这里呢有一个 Q 短，然后这个 Q 短你就是可以这样子拉，然后拉到这样，然后让它做一个小造型出来。然后它的领口这里超级美，这里好好看哦。然后前面这里整个是前扣式的，可是呢它扣子没有露出来，它整个是这样子包下来。后面这个帽子也非常的好看，很少有这种衣服然后后面做有帽子的吧，真的没有。我跟你说他们家这一款很漂亮，然后颜色有黑蓝然后白，阿玲现在穿的是白 色, 白色，总共有三个颜色，没有选色障碍，因为三个颜色都很好看，三个颜色都很好看，好不好？来尺寸，来，胸宽62，衣长60。胸宽62哦，衣长60，可以穿到 XL， 好，可以的，可以穿到 XL， 好哦。我跟你讲，这面料上适合咱台湾啊啦，真的，伊迄真正后壁迄真正厚甲我真正上合啊。嗯，
他们这面料真的，有的都好厚，真的都很厚。我们真的帮你们挑这种面料，真的都非常适合台湾。夏天的，秋天的，对。你会做吗？会。阿伯，你敢？哦，你。哎，有裤子啊？没有。有，好不好？可以穿到菜的吗？是不是？用这个洗。那个是春天的，春天的，但是那个。你要用去卖的话。也可以，我是在过来，那边可以到这边。没有，可是它是不是新款吧？它新款吗？没有，那没有。新，这是新款。对，它已经保证了。准备。无，我是惊伊哦，是对啊，保证。因为我穿它里面有料，不然你是穿啥感觉？啊，你在哪？它是那个秋天的新款，春天算秋天。对，嗯，来。请问蓝色会透吗？不需要，需要到那张？不会，不不用。记得我带过。对，刚才有说明麦克。好了，就我刚才跟他讲啊，是那个春天的裙子啊。这个不用搭内搭哦，这个不会透，因为现在已经秋天的布料了，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挺度，不是那种很薄很薄的那一种面料，不是哦，好不好？不是。然后这个是黑色，然后这个是蓝色，然后还有一个白色，这样子三个颜色。来，编号是04吗？对，04。来，编号04哦，04。我看这次行程没有丙线结痂哦，差一点点去哎。因为丙线结痂这一次增资的很多。就是他现在出，他出的款式真的很快，他的现在出的款式是我们台湾的冬天的款式了，真的很厚，就是还蛮多针织的，那也是有几款是薄一点的，我们会再去那边然后剪个几款，然后我们礼拜六会有饭店直播，对不对？对，礼拜六会有那个精选场，有可能就会有丙线加的衣服，因为丙线姐加直接去的话，他太多有一些是。针织的，你们我觉得不太适合台湾，对，真的不适合台湾，对，太厚，真的太厚，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播完之后，我们会去他们家，然后剪个几款，然后礼拜六我们会有精选场，对不对？然后再播给你们看，好不好？然后我们等一下不会复习哦，就是你们可以往前面拉，对对，因为我们是用电脑播，所以你们可以往前拉，下面那个。一个标，一个圈圈，一个圈圈，然后可以往前拉，你就可以往前看，对，可以先看回放这样子。对，好，来多少钱？来这款的话，线上是1640，线下1670。1640，然后线下是1670哦。没错。袖子，安内春兰，袖子是这样。好看。它袖子，它这个松紧带是松的，它就是一个造型而已。它可就是可能要让你工作啊、洗手啊什么的，可以把它拉起来在这边，这样子比较方便，好不好？这样比较方便。然后你要放下来。要卷上去都可以，要放下来卷上去都可以啊。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有精神，我都会稍微给它拉一下这样子，好看，很好看，颜色很漂亮，好不好 ？OK 哦，那我们来拍照喽，喜欢的赶快哦，因为线上加才有折30，对，亲民的你们就直接，我跟你说先加，真的要先加，后面再说。哎，会不会太明显？后面再说，好，后面再说什么？没有，三，后面。后面再说，先加了再说。对，后面不管了。好，换你。先加先赢啦，真的，你现在加，你就赢人家30块了呢，好，对不对？蓝色布料会透明吗？不会，不会哦。这个面料 very good， 里面不用再穿，就是这样穿一件，不会透明哦，不会透明，因为现在已经换布料了，它不是那种薄薄啊那种哦，不是。然后春兰说袖子你穿会不会太短？袖长多长？哎，刚才没有量到袖长哎。对，袖长没有。它是有肩线的，它这里从这里我从这里开始量哦，肩线是56，长56。六啊，如果从上面最上面开始量下来的话是66哦，是66哦，它的手袖不短哦，因为我的手很长，你看它是正常的长袖，它是正常的长袖，真的真的，因为以我的手来，因为有一些外套衣服我穿起来都很容易卡在这边，因为我的手比较长一点，可是它这一款的手袖是够的，然后春兰，如果我跟你讲你要今天要做改进，你要手袖太短的话，
没关系，你就是像我一样拉车一样，人家就不知道，皱皱的，对，人家就不会知道你手袖过短，对、啊、因为如果我很喜欢的外套太短的话我还是会买，因为我把它折起来就好了啊， 对, 啊对不 对, 对，所以手袖的长度你不用担心，然后外套还有等一下还会有一款，对，等一下还会有一款，好，来，再来是裤子，对，裤子我们穿同一款，对对，来，裤子有四个颜色，来，裤子有四个颜色，颜色呢有咖啡，可以用什么白哦，白白细黑黑黑色，总共有四个颜色，这件裤子总共有四个颜色哦，这个也很时髦哎、欸，我刚刚去做马赫广，而且马赫广它的面料比较棒，对，灰跟绿是。就比我们刚刚穿的那一件再挺一点，是灰哦，这是灰哦，灰，然后非常有效，对，然后这个是血绿，那等等啊，这个改一下咖啡，好，然后这个系咖系、哦、白黑咖系，咖系对，白黑对，是四个颜色，对，四个颜色，四个颜色，然后我现在穿的是黑衣色，四个颜色哦，然后它的特色呢就是这里，这里有压褶，这里有口袋，这也很适合上班穿，你要休闲也可以，要时装也可以，都可以。然后后面呢，它是有松紧带的，前面这里呢是有扣子有拉链，有扣子有拉链，超好穿呢、欸。好，来验一下尺寸，好，编号来到几号嘞？零五，零五，这里头上面挖个前打折光顾，能招黄脸。来，线上呢1610，线下1640，腰围呢是32到46，臀64，长99，大腿37，一样建议可以穿到 L 或大 L 都可以，好不好？大 L 哦，拍谁？大 L 跟大 L 的，你就是尺寸表啊，我们会制定，然后呢，你们就是斟酌一下，因为比较高腰哦，嗯，我觉得它这一件比较高腰。裤长也很够，它比较长，刚才那件比较短一点点，因为它裤长有99哦，裤长有99，嗯，欧莱公裤长99，真的要够长，穿起来才有那个 piece， 所以要长一点，嘿，穿起来长一点，我要穿那就是底下吊在那边，对啊，还还还挂灯带有无，就是不好看，没有那个 piece。今天我觉得我喜欢长一点，啊，不用担心说上厕所会割掉怎么样，没啦，哦。哎呀，为着爱心，我跟你讲啦，你就是揪起来，啊，把它折起来就好了啊，对不对？真的，颜色真的很好看哦。我先整个脱掉，然后挂起来。神经病哦！你真的啦？脱裤子放屁？上厕所呢？对啊，就是二号的时候啊。真的、哦，我只要先脱裤子。就是假设那个是那种公共厕所的话，我都蓝色好像都会，男生好像蓝色。男生好像会这样、啊，对啊，正常正常正常，是把裤子脱掉那样，好像、欸、对啊。對啊会啦会啦、哦、你回去问你，我回去再问我先生看看，我先生应该不会啊，只是我先生都是去二号的时候卫生纸可能要拿一大包，多啊，他习惯就是要拿一大包，裤、嗯哦、子推什么色哦，哇，难推难推，如果你要显瘦的话就这两色，显瘦啦，显瘦的话就这两色，对，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啊，我也没有看过。傻哭了，我也没看过。他上厕所是，可是在公司的时候，我也没发现他裤裤子、啊。在公司不会啦，在公司不会，在公司不会啦。等一下等一下，在公司我都有关门，好不好？我都有关门啊。你知道我们公司要真人哦，多希望他真一个那个小鲜肉进来呀、啊。有啊，结果没有，他要打电话给小鲜肉，可是他没有接啊。我觉得我们公司缺一个男的。对呀、啊，我也觉得缺一个男生，是不是？我们公司真的缺一个男的嘛，对不对？嗯，对啊。然后我都跟我先生讲啊，然后我先生说，嗯，和和吧，你们叫一群女生，然后他一个男的，叫他怎么上厕所？然后你知道我先生没有把启董当男生，傻眼。我先生没有把他当男生，我说啊，启董你找 boy 吗？跟零二比，你要推哪一件？哇，难推难推。可是我觉得我喜欢他的版型。对呀、啊，怎么推？可是我喜欢他的那个腰围、嗯、他喜欢，对，这件他的腰围很舒服，这件他的腰围好看，然后这件呢、嗯、他是好看在他的打折，可是他这件比较宽，对，这件他是属于比较宽一点的，对啊，这件比较没有那么宽，版型不一样，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组，要不然这次也只有两组而已、嗯、没有让你们选择，要不然等一下阿林再换这一组的颜，你换一组打折，我看
好，这是，这是吗？嗯。等一下，阿玲换这一组，然后我们两组站在一起，然后给你看，好不好？两组站在一起给你看，然后我身上这一件哦，来，它的面料一样是那种不会褪色、不会变形的那一种面料，面料一样很棒。然后这件的裤长比较长，如果你穿起来太长的人，你就是拉高腰就好；你穿起来太短的，就是拉低腰就好。因为它的裤头啊，一样是有后面是有做松紧带的，对。是不是零二比较帅一点？嗯，帅哦。阿内，阿内，这样子两件的版型让你们瞧瞧，看你们喜欢哪一个版型。如果你身高比较高一点的话，你就加我这个，因为我这件比较长。对，这件比较长。那如果你比较就是没有那么高，其实都可以耶，因为它是松紧裤头啊，就拉高拉低，真的好舒服。嗯。版型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前面这里的花样也不一样，然后这里的腰围，这件是腰围很好看，然后这件是这边打折很好看，那、啊、这边也有打折，对，哎，对的，也有打折，对啊，对，都有打折，那你们就是评估看看，看我觉得两件都不错，哎，怎么办？很难挑，难挑，其实两件也都是我们会买的裤子，对啊，对，这种裤子也都是我们会买的裤子，哎，你看，你看它的那个跟你一样吗？嗯、那个那一只，哎。那个喂狗喂狗，那个吗？嗯，对啊，它是那只熊吗？哦，对，对啊，喂狗喂狗，哎，对啊，我想说我们要再去喂狗喂狗，我想要再买一个熊头。啊，我家里一堆皮尺，我买那么多皮尺，对啊，我买好多皮尺，有效。那你买皮尺干嘛？我再回家。笑哎、欸，腰头可以看一下吗？腰头的话，姐姐一张卫生纸。哦、谢谢，就是像这样子，这一件的裤头是安呢。谢谢，你这样够吗？够。他的裤头是这样，有没有？他裤头是这样，就是比较帅了。我是觉得这一件会比较，可能他的裤头会比较有型一点，然后还有他的后面会比较有特色。然后呢，这一件呢，就是他就比较素一点点，他的布料也跟这件不太一样，他就比较素，他前面有做打折，然后后面就是。一个这个假的口袋，一个假的口袋，所以它是比较素一点点的，不客气。然后这件就是会比较有型一点点，这件就是会比较有型哦。你看它后面很好看，它就是比较有型的裤子，算比较帅气啦，对不对？有毛，有毛，它是比较帅气一点点。嗯、然后这件就比较熟，嘿，素一点点，比较素一点。然后就是你要时装，就是如果你可能上班穿的话就可以加这个，因为就比较素。对，然后你想要比较有型，然后比较有东西可以看，就可以加二号。对，可以加二号，我觉得各有千秋哎，都可以。那你哎呀、啊，因为我其实他们家裤子就这两款最好看，然后我们就是帮你们精挑细选，就是这两款，就是这两款，我们都帮你们挑过第一轮的，对，剩的要让你们自己来伤脑筋。对，好啊，我拍了哈，裤子还没。赶快加哦，赶快加！是，我拿三个是他。哎、欸，不然你拿颜色，然后比颜色、嗯。没有，他上什么房间？已经晚上好，已经来了，已经呢。我们现在在那个风衣家哦，风衣家，超好看。不然白色不用拿好，这样子。好、哦，对对对，一晚晚上好，好，一晚好，一晚，赶快做咖啡色，可以可以，我觉得他今天的咖啡色，他这一次咖啡色也拜拜，最最高，好，好像这件的咖啡，对啊，哎，这件那个颜色，我还听到变变啊，我喜欢，哎，他还变过，你不要喜欢小光。你不要让我在镜头前面打你，这样人家会以为我很凶。喜欢买皮尺也是职业伤害。对，我皮尺，你跟他说我皮尺多多，我那皮尺要修，我皮尺一堆、欸，然后我神经病，我去到哪里看到可爱的皮尺我就想买了，这是病啊。对啊，生病。伊婉说：“阿玲身体有没有好一点？”有，有，都有带在身上，不敢憋尿的。谢，差几天嘛没当来呢。嗯，差几天天啊，好嘞。哦，嗯，哦，哦，薯条三兄弟，对，去日本玩买回来的，去哪里玩？去日本啊，日本哪里？东京 ，OK，、哦、然后下一款是条纹，嘿，
东京。我很喜欢去日本，然后我觉得很会穿耶。对啊，可是我觉得韩国人也很会穿诶、欸。如果比起来，韩国比较会穿。是吗？对，我们去日本玩，其实就比较素。哎，其实都去日本就什么池袋哦，池袋，然后新宿、原宿、去东京啊，去那个六本木。嗯，六本木，六本木。没有去那边都是那六本木，我们有去过啊。我忘了，我刚刚去。其实你们去过的地方，我们都忘记。对。到底哪里是那个？我们是 next， 哎，就是表参道。哦，表参道没有去。是啊。对，表参道。表参道旁边就是那个涩谷。涩谷有啊，涩谷有去。还一零九。啊。还一零九。元素。哦。对，一零九那种皮革呀，对吧？表参道元素涩谷，嗯，对对对对，要走很久，我们之前走过，我们之前走过整个下午，整个下午，好吧，我们以前上次那上那边走，哦，哦，对啊，今天跟我老婆俩，我俩，嗯，我们之前走超久了，就是走到脚酸，对对对，我在那边，哦，对对对，对啊对啊，我今天走，你这个宽窄，哦，对对对对对。六本木那边，只要看一看，觉得很帅的男生都带电。那边就是超级仙女。哦。都是金九。来编号来到六号了吗？对，六号。来编号来到06肩三扣横条衫，然后它颜色有黑绿白，颜色有黑绿白，然后我穿的是绿，我穿的是绿色，哦，我穿的是绿色的条纹，然后呢，还有这两个颜色。有黑，这个是新款。新款，我刚给你看了。外套吗？外套。欸，有帽子的吗？有。好，有帽子的比较好。然后这个是黑白条，就是它黑色的。然后这个是白色的底，黑色的条。然后这个是黑色的底，白色的条。啊，我身上这个是绿色的，没有近看，它是绿色的。然后肩膀就是有三颗扣子，肩膀有。肩膀有三颗扣子，有啊，飞先生，桂芳，刚才这件上衣的编号是几号啊？上衣的话是四号哦。四号，桂芳这一件编号是四号。我再重复一下四号的资讯。好，桂芳这一件是编号四号哦，颜色就是有黑白蓝。对，四号的话，线上是1640，线下1670。对。线上1640，线下1670，对，然后有黑蓝白三色，胸宽62，衣长60。哥哥，你知道吗？韩国所有的色都是然后这一件呢，哦就是、我身上这一件是它的材质很好，这样近看，就是有点像，摸起来是有点像滑面的感觉，滑面骨棍，然后是那种这个布料很难形容，就是你们 会买的那种布料，有点棉又有点针织，有没有？有点棉又有点针织的感觉。这个算什么布料？属于是什么弹力棉，弹力棉啊，它的名称叫弹力棉，然后有三个颜色哦。是这个一般底下配那个半裙好看，配什么？半裙。这个哦，我们做半裙。对。然后我们是配宽裤，就是它可以搭上宽裤，就比较休闲，然后质感也很好。它这边有做三颗金扣，有没有？它是可以打开的，它这扣子是可以打开的。然后尺寸呢，我看一下哦，来，它的胸宽58，长度63，可以穿到 XL 号哦。线上只要1060，线下是1090。哦，线上可以啊，线上1060哦，线下是1090，它的质感真的很好，秀了。秀，其实秀它质感真的很好。我三个颜色，我身上穿的是绿，然后这个是黑，然后另外一个是白，然后三个颜色，而且我觉得它的布料非常适合我们台湾的天气穿，就是你要搭西装裤也可以，搭宽裤或是搭牛仔裤都非常好看哦。都非常的好，不是那种很厚的那一种面料哦。对啊，它就是薄薄的，对，然后穿起来我觉得有点凉凉的感觉，有点凉感的那种凉弹力棉，是没有，然后配起来就是这样这样
回耶，回耶，回耶你，回回耶。因为它质感真的很好，就是你搭宽裤啊、西装裤啊，或是牛仔裤、牛仔宽裤配起来都很好看哦。这个颜色是绿，这个颜色是绿，然后有黑跟白。是线上只要1060，线下是1090，便宜耶。编号是06哦，哈，编号06，那我要先拍照了。好 ，Hello。然后我们下一间迟到了啊，对，一，我们还有第二间嘛，好，对，好，来，再来是我的衬衫，超级好看，这件要买。我这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衬衫控，哎，就很喜欢穿那种直条纹衬衫。那一天还跟我们小帮手在聊天，有没有就觉得哎，我好喜欢这种直条纹衬衫哦。我跟你说，这种穿的都不会退流行，好不好？真的都不会退流行。它这种条纹呢，就是每年其实也都会出。然后呢，颜色就一个颜色，蓝色哦，蓝色底色呢是白色，然后有点蓝紫色的条纹。它的颜色很漂亮，颜色很漂亮。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口袋，这里有一个口袋。请问二跟五的大腿宽一样吗？看一下哦，那个。叫多妈的。对。我写的袋子。二号的大腿围是39，然后五号的大腿围是37，39、37差不多啊，差不多，差不多，大腿围差不多，大腿围差不多，对。然后来我的衬衫尺寸，胸宽70，衣长71，后面78，线上1420，线下1450，很便宜。很便宜，衬衫这样子很便宜，衬衫这样很便宜，有没有？有，衬衫这样子很便宜，我的呀，1420，对，1420哦，而且穿起来很好看，然后你扣起来也 OK， 打开呢当罩衫，当小外套也可以，然后呢你扣起来，外面要再搭背心，搭针织套头针，不是、啊、那个什么针织毛线针织背。背心都可以，对，袖长好来。衬衫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CP 值很高。袖长，它是算四五，对，它是从这里开始的哦，嗯、因为它是算落肩。那如果从肩膀开始的话，长哎、欸，六七，对，长袖那个谁，春。春楠，你绝对够，因为你看，哎、欸，这里位袖长多少？到底要聊哪里？别哭，你们顺便抄抄一下。从落肩这边，我从这里开始量好不好？从这里落肩47，这袖长绝对够，因为。它盖到我的手了，它盖到我的手，绝对够，够啦，绝对够，相信我，掐死你。然后颜色好好看，然后里面你要配黑色、配白色都可以，配白色就会比较亮一点。然后下面要配宽裤也可以，就很时髦，好不好？很时髦。什么？对。然后穿的时候就稍微给它往后拉，然后再配一个项链。盖小没料，其他盖小没料，没料，没料，没料。在后面有东西吗？看一下，没有没有，它整个是柱面的。对，后面是没有东西，也是很薄，很适合台湾的天气穿。薄，这个要买，这个我等一下你买外套，我可以我买这个。好，你买这个，我买外套，好喜欢、这个，好好看哦，很喜欢外套，好喜欢这个，很喜欢。好，那我要拍照咯，颜色好漂亮、哦。嗯，而且穿起来皮肤超白。穿起来皮肤很白，好不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好，然后编号是零几？07，编号07哦。你有报价钱的吗？有啊，有。等一下，现在400多，也快不了，因为启动还没试完毕、啊。那我拍，我拍。也快不了，因为哦，来，还有一个要等。嗯。哎呦喂！哎，背背后音。卡小姐，噔噔噔。外吗？一、二、三 ，OK。毛线好多，一直扎我，扎我眼。扎你眼，好好，然后这个编号是零几啊？06、07，编号是07哦，衬衫编号是07哦，
这个真的可以加起来，真的很好看。然后这里有一个口袋，然后前面是整个是前开式的。对。然后它真的颜色很漂亮，镜头上这个颜色真的，到底有没有准啊？有吧？有啦，这个有准在蓝白诶。底色是白色，然后它的蓝啊是有点蓝紫的颜色，很漂亮。这穿起来皮肤很白，很白，很白。07要打那个07蓝加一哦。要打07蓝加一，要打07蓝加一，下周有没有各地转凉？下探24度啊？对啊，07白加一哦，不，07蓝加一，07蓝加一，蓝加一。来，外套来了，外套来了，今天就是只有两款外套，所以你们要的一定要在线直播上加一，拜托。是的，有没有这个颜色？有没有很好看？它是有点像那个燕麦色。它的颜色有点像燕麦色，然后这一件的特色就是你看到、啊、它手袖是松紧带，就是这可以这样子拉起来的，就是不用折，因为刚才第一组它手袖是可以用折的，然后这一组的手袖它是做那种松紧的，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随你怎么拉有没有。而且它的面料非常的特别，它跟刚才那一件的面料的外套不一样哦，它是有点滑布，就是摸起来它有点像滑布的面料，就是他们可能是比较新的科技，我觉得就是比较不一样。你们收到，你们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它摸起来就是有点这样凉凉滑滑的，跟那种衬衫棉的外套是不太一样。对，跟衬衫棉的外套不太一样。然后它有做这种帽子，而且它帽子很大，这样比较好，有没有？包起来是不是很好看？然后它的侧面。一样，我觉得他们的外套 就很特别，很厉害，就是他们的侧面，他们那个弧度有没有闪动的那个弧度超好看，然后还有一个绿色，要修，来哦，这个就是绿色，烧到，然后它的侧面是这样，它的侧面真的很好看，侧面后面啊，它的版型真的无可挑剔耶，真的是无可挑剔的外套耶。他们的外套真好强哦，强，怎么那么强？然后下摆是可以抽绳的哦，它的下摆啊。对，这里是有做抽绳的，然后里面一样是这样两层。对，外套真的可以买，而且外套是很值得投资的，真的。对，因为外套好看的外套，我跟你说，一件真的可以穿很多年，真的。我跟你说，他们家的外套真的很值得买。对，然后这个啊，骑车很方便，因为这个放东西啊都不会不见，因为它有做两个扣子给你，而且它的口袋很深，然后是做这种直立式的口袋，然后还有盖子。有没有还有盖子哎？你知道我多爱这种口袋吗？你刚被拉出呀！对，你问阿玲，我就每次在找外套，我要盖子，我要口袋，我要拉链。盖子，他要拉链。嗯，因为我们在有骑车族的就知道，有时候就是会放钱包啊，放手机啊，放一些重要的东西，这样子你骑车才会有安全感。我外套买好多件来，真的，贵方我们也很多件。对呀、啊，超多，而且我跟你说，还是在买他们的外套真的很值得投资啊！你们真的如果再买外套，你们真的要买他们家的外套，真的很棒，很赞。非常的好看，要不然你现在去杀？就很像那个韩剧那一种啊，感觉我今天看的那一出。哦，对啊，哎，看得好紧张，可是很好看啊。明在睡觉，对不对？然后我就看着，对啊，然后我一直这样，你啊，你不是这样？不用紧张，是遮演戏而已。那是演戏，可是我认真的，然后一直遮着手机，有没有？对对对。然后又看着他啊，怎么在睡觉嘞？真的。来，这件我念一下尺寸哦。来，它的尺寸胸宽89，衣长前面68，后面75。线上加一只要2760哦，背面看一下，2760，线上是2790 ，SU 我跟你讲，你真正会使买的外套，真的可以买他们家的外套，真的很好看。哦，无，就是素素的一个，对啊，有那个剪裁啦，就是它有那个车。OK， 好好来哦。好忙。哎，外套穿起来就只有一个字哎，帅，真的很帅，真的很喜欢，就是。你这不自觉有没有就是很想站三七步啊？我也是每次都跟着你们买。朵朵，我跟你说，这次外套你们真的要买，而且我们看中只有两组，就两组。对，我刚两次还有看中这一个。我跟你说，外套你们真的要买啊！重，哦，那不要，太重外套我完全没了。对，太重。我喜欢轻一点的外套。那这个是轻的，因为有一些外套好看，可是很重。这外套太超过了。对，挨个敲防水吗？
应该没有，没有防水，防水也有防水哦。它不是那种真的很防、很滑面的那种面料、哦，它不是像运动布啦，嗯、因为运动布可能有点稍微防泼水，可是他们家这个没有防皱、这个，防皱哦，防皱，防皱不会皱，啊也没有防弹哦，对，哦没有防水，好拍照啊有防小人吗？有防啊，可以防。可以防啊，可以防小人，你想要防谁都可以。那你要防谁？我没有，我没有，目前是还没有要防。我的同事都很好。对对对，我们大家都很好，你不会防、啊。嗯，我生命在熊供供出来的。后面什么小孩？真的啊，这特别什么？特别搞笑啊！好，换你。好，真搞笑。白是名声幽默啊。林真幽默，白是米白吗？对 ，yes， 它不是正，燕麦，它不是正白哦，它不是正白色，它不是正白色哦，有点像水泥，水泥白，水泥白，水泥，不是啊，比较像燕麦啊，很像家里那个就是墙壁的那个颜色，清水膜，水泥吗？不是，第二个，不是，就很像这个颜色，墙壁的色，对呀、啊，白灰，对，就是它是白，然后带一点油漆，就是不是。不是纯，这边油漆的。越南，你拿你那前面有白，你拿一个白来比就知道了。前面有正白色，嗯，这个就是白，有没有？这个就是白。不是住台中都不用放，放什么？防弹，台中禁，什么东西？猪鬼，对，话不啦。他们那个国语不太好。对。我台语比较好，真的。弄起棒棒棒弹，对，就是。哇，好了，哎、欸，没有了哈，没有了哈，没有了。弄起够几套？好对哈、哦，哥条弄起哥条，哎呀、啊，来哦，这件你们真的可以加哦，哈韩呐、啊。对，一样两层吗？对，一样就是两层，就是你看哦，它这边有一层，然后外面一层，它就是这样两层。然后象牙白，对，象牙白，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的死白。然后呢，你就是里面就是会搭这种咖啡色系，或是里面全穿黑色的也可以，哦，全穿黑色的也很好看，就是会比较亮啊。如果你觉得，哎，你冬天衣服可能比较暗的时候，你可以买一件就是比较亮一点的外套下去搭配，我觉得穿起来也很好看，不用怕脏，脏我们再洗就好，好不好？脏了我们再洗就好，送洗也可以啊，对不对？直接再买新的，没拉链，对，它是这一件是没有拉链的啊。刚才第一组这个是有拉链的，就是我要买的这一件它是有拉链。如果你喜欢有拉链，可能看这一组啊。如果你是开车组的，你冷门拉链啊，我们就可以买像这种扣子的就好，对不对？你们可以就买扣子的就可以。然后我觉得这个扣子的这一件板子真的也很好看，03和08可以摆一起看嘛，03几上面。也是外套，另一件外套，就这一件啊，對對對，跟这一件嘛。对对对对对。来这边哦，两件给你看，这是03的外套，然后这是08的外套。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如果是我，我应该会，如果这一件我应该买这个颜色。我觉得，我其实没有白色的外套，拉链的推哪色 ？SU 拉链推这个颜色跟是两个颜色哎、欸，就是03啊。你可以买咖跟机车旗上灰还是绿啊，看一下03坐车的呢，坐车买哪一件？坐车03是灰灰吗？灰咖15推咖跟灰，03推咖跟灰、哦、然后我现在穿的这个是08的白，对，08的白，然后它是象牙色，象牙色比较像燕麦的颜色。如果坐车呢，坐车可以选没有扣子的，坐车的话可以选没有扣子的，因为挑都买我通常我们都会有拉链拉起来比较不会灌风。然后如果你是坐车的话，你就是挑没有拉链的这一款。这样有了解吗？有了解。你是挂的差了吧。所以就是看你们的需求，像我跟阿允 我们都是挑都买，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要拉链。然后呢，如果坐车有，我有坐车在穿的外套，像我给我先生在，我就会穿这种没有拉链的外套，会比较有造型，真的很好看。
你们真的这两组外套，你们真的都可以加，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来风衣家了，可以再看一下零八零八。可以。我们来，原来我们店叫风衣家。对啊。哦，竞争很好听。对。S U 问说，那搭车的话要配什么颜色啊？搭车对，要配什么颜色？搭车的话，搭车坐什么车？你要看你坐什么车啊。如果你今天坐宾士的话，你要就选就是白的。如果你是特斯拉的话，里面全白，你就要买白色，要配车子的内装就对了。对，好了，谢谢春兰。对啊，两件都买了。我跟你说，不用做选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挑啦，你就相信我们的眼光。我们挑的外套真的都很好看，就是挑了两组最好看的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去下一件吗？对，然后两件都买，然后可以看一下03的 size 吗？好，那个齐董，你再 po 一下03的尺寸。好，没问题。其实外套都可以穿到 2X 都没有问题哦，外套都是可以穿到 2XL 的 2XL，因为他们家都是大件宽的，有没有？它就是那种宽的，真的很好看。你们其实可以买一件深色，你们可以买一件深色，一件比较浅色的外套，有没有 ？Good, very good。哦，我穿什么忘记了？小孩才做选择，好不好？对啊，不用挑了。坐飞机的呢？坐飞机呀？坐飞机就不用穿了，再用你还乖。它飞机上它就是比较温，而且我好你会干。对吧？啊，我坐火车嘞，坐火车没讲聪明，我一定要分那么细吗？有分坐什么车有没有？都可以，他们的外套都可以，你们喜欢就你要坐什么车都可以。啊，如果走路嘞？走路要穿哪一件？走，分太细了吧？好，快点快点，我们迟到了，搭船的不用穿。搭船，好笑哦！搭船呐、啊，春兰站，然后春兰哎，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啊，上次那个谁，那个娟娟连线的牛仔外套哦，有，看一下03好，03，那台湾黑的咖啡色，我请谁先啊？有拉链的外套，尽量嘛，谢谢。这个03的灰，用飘的了，用飘的一样不用穿，用飘的一样不用穿。来03的灰哦，03的灰，灰色也好看，怎么办？再见哦。这个等一下，那个我们要再上来，那个慢慢挑。这要用自己的罐不？啊，不用不用，没关系。我这边等一下，我们还要再上来慢慢挑。这款没有哈、哦。我们等一下上来挑，我们自己要买的。挑的要用烧的。哈哈哈，可以啊，都飘的。一共吼，那用飘的要穿什么？要用烧的。哈哈，靠人家。直接去天上穿，看08的绿。八的绿，今天08的绿来了。08的绿，哎，08的绿色，08的绿色，它就是它下摆是可以抽绳的，下摆可以抽绳。我觉得两件都要买，因为。他们这边外套其实还蛮多款的，可是呢，我们就精挑细选这两款。真的，有没有让你们没有选款障碍？有了吧？我们真的帮你们已经先筛过一轮了。筛鬼啊！对呀、啊，03的外套多少钱？呵，我很小帮手不？爹，03的价都有现货哦，这个03价钱是线上是2650。2650哦，可是要那个哦，线上价哦是2650，线下就是2680哦。所以你们总买的对，一定要线上价以两折30块。然后刚刚的08是哪一个？08是那个这个啊，08是这一件外套啊。对，然后08的价钱是线上是2760，线下2790。然后这个没有的，我把它打叉。啊，有啊。哦，那两组好。外套都很赞哦，真的都很好看。有啊，春兰好像都有加、欸。对啊、嗯，外套你们真的要加哦，因为我等一下回来要买。耶、yeah, ，我找到我的咖啡色的外套了，耶、yeah！ 真的要买要买。哦耶！怎么办？我也没穿嘛。这哪个？件这个可以啊。哦，刚才看起来很可爱、啊。然后我觉得你可以配你的宽裤、嗯，牛仔宽裤、嗯。这个，嗯，而且它面料好棒。好看，好。而、啊、且那我是要买这个还是这个？嗯，可能要买一些不一样的吧。我觉得你这个还蛮，这个我很多、啊、你要买这个吧。我的衣橱里面都是这个。对啊，应该要买这一件啊。好，一件。
我等一下内搭，我想我也要买。啊、那怎么办呢、啊？内搭我要买。哎呦喂呀！没有那个，他们叫我就是外套跟内搭。要死耶！要死了要死了！怎么办？哎、欸，阿玲等一下。你本少。好、哦。哦，那等一下哦，因为启动去尿尿。哦。哎，大人可以一楼哦。嗯。迟到半小时。会不会迟到太久？这个车模要吃不吃？车模要吃啥？看这个，你说大声，我讲大意好啊。咦，这看起来怪怪的。而且你知道吗？下面超甜，这加一袋做冰诶，然后这哇，加这些零碎。你要困啊，春兰，春兰你要困啊，我够一斤诶。我俩咱台湾不是还十点半了吗？春兰诶，这几天你们要忍耐一下，不要那么早睡。现在家是偏休闲吗？算哦，也算，可是有型啦，也是有型哦。它是新的店家，新的店家是我们新找的店家，很好看，你们不要睡觉。然后我们明天哦下午会去运动用品店，嗯，我们会去卖 New Balance 的 SU 哎、欸，阿、啊、林去厕所，好，我对我要去厕所，啊，那你去厕所，那厕所在这边，我归你啊，啊，那等我们先，两个都去厕所，对，哎这边，然后左转，春兰要你一点半要起床啊。这么早，好哦，那你赶快去睡觉。睡觉真的很重要。谁要睡觉？那个春兰，睡觉真的很重要，睡觉真的很重要，睡眠很重要。干嘛？我从二楼跑过来的。说不是。没有，这边的男厕封起来了。是啊。对啊。那就整个封起来了。哇。多喝水，不要憋尿，好哦。谢谢 SU。干嘛？好，框的要来看看。会有袜子吗？不一定。不一定。嗯，不一定。对。你们想看袜子吗？袜子的话，我们进回去台湾卖就好。哦？哦什么？哦？嗯，哦什么啊？没有啊。哦一下啊。你偶尔要个原因呗。嗯、哦，有一个棉絮跑到我眼睛。对。我觉得第一天会，第一天最累。真的，第一天大车。嗯。其实大车比那个车还重。你要坐那个飞机真的很痛苦。我儿子还说：“妈妈你好好哦，又要去坐飞机。嗯”啊？坐飞机最累的。坐飞机很不舒服哎、欸。对。等我们一下，嘿。Hello 哈。Let's go。对。你看我。你穿那个灰色带。用，嘿，没有，还是我做什么？啊，不用，不用，嘿，谢谢。谢谢。哎，这款代理的哈？哎，对对对，嗯 ，OK。哎呦，哎，你的背包差点砸到我。不会。就是差一点。这个人再讲不来。那个哦，你这个哦，还有点酸，太酸，够。哎，你那个谁？现在好像现在不是哦，今晚是草莓季节。哦，那你拿得完吗？好，那东西可以放在这边不？哎，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对啊，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啊，行李箱先放这里。慢走，好，谢谢。拜拜，待会见。我给你吃了，我来。
好，那放心吧。谢谢。谢谢。会。好。等一下见，哥哥。OK。小心，姐姐。拜拜，姐姐。十六吗？我看到是16。十六，看一下，应该在前面吧。后悔呀。对。欢迎啊！哦，他这完了，什么？Hello，P two 啊，好嘞，看看，看家嘛，安尼嘛，好啊，完美到，哈哈，哎，有卫生间，有卫生间，哎，今天是要顶台吗？哦，你，WiFi code。哦，外配？对，外配搞搞什么鬼？就做那个中介，一肚子话。我这是看到我还在那个地方买，就是这样。哎呀，小高买呀。哎，我哎，现在我讲过，我讲啊，行，我讲了，我买了一个，一个安装，只是买了一个 WiFi， 我没用到是来，那还好，好，这个是我同意的，这工资去准备那个，一房，看一个地方，好，好，我们，그러면우리블루라벨이뜨잖아，这里。공인공블루라벨안뜨는블루라벨약간대기업뭐가공뭐가377진짜빠져아니지금쉬어쉬어하면서와나와잠시만기다려그걸비이려에안그그다이스언언니언니나이스괜찮예스아아이나我在等哦，等哦，错等哦，等哦。这今天我没工作，半天，我感觉到。好嘞。照片好，照片好，照片好，他
平翻了一，哦，你，Thank you。不好意思啊，新款，哦，新款，新款，嗯，哎，新款，嗯，新款，对，妈的，快乐，对，嗯，无啦，迄个对死人诶啊，对死人花，这样几款？这样，三四五。他大概八到十，嗯，他大概八到十。好，苹果音，今天我都快拿很短的了，一个一个看了看看有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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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真的好像会安尼约了，我皮哦，我皮哦，皮，你很皮哦，你准备做啥表演的哦？拜拜啊，还够穿黑白三色，对，七条，我无感觉，你肯定。真的没，应该就直接啊。嗯，是吧？嗯，对，又是 OK OK， 好，可以啊。那个，嗯，那起码弄起外套组 OK 啦。先攻外套，那一边穿一边聊。好，好，好，哎，一边穿一边聊。好，一边穿一边聊。你得擦我的面条。好，等我们下哦。对，我们快好了。我刚才我有擦按摩的啦。啊。现在吗？没有，你有放在那个？哎、欸，我放在那个饭店。哎、欸，所以我弟这个有这个吗？哦 ，set， 哦 ，set， 干了，没没陪多啊？真哦，没陪多，真哦。来，这个是我们新店家。嗯，对，阿、啊、玲的牛仔外套有，就是上次我们那个什么珍珍，对，我们上次的连线款，对，上次的连线款就是启动跟珍珍的那一场。然后呢，我们都有各买，我买这个，然后阿林买另外那一件。对。然后这个呢，就是你们都还可以去那个上礼拜的那个啊，上礼拜的那个，我们后台下架了。对，然后真真那一场还没啊？真今天下的。嗯，对吧？那截图私讯好了。对对对。要不然就去我们的那个粉专去那边滑，那边我们有 po。九月十二号的贴文，九月十二号。嗯，我们有 po。对，是欧丽家的、哦。对。九月十二号的贴文。嗯，看起来我还是那个自己要有那个自知之明啊。对啊，我自己很知道我自己几根毛，几根，三根。
我到底要去哪里偷啊？这个是到底什么位置啊？后面可以偷吗？那剪刀是等色的，也用刷线剪，线剪，嗯，是粉红色的，很喜欢。但是不你把我碰一个线剪，对呀，你知道吗？嗯，哦，好看欸，好看，腿好长哦，没有落地。那叫个沙雕吧，嗯，好。我要求好长啊！最好的，我求短点。但你刚刚求再短点啊？求短点。嗯。应该是热了吧？应该求短点啊。哎，还准备说还自己知道，但屁股几个毛？几个毛？结果呢？还是猜错了。哦，我领请一定要 S 啊，是那样，九 S， 裤子好趴哦，所以它本它偏大吗？我觉得正常哎，这偏大吗？你那就请 S 吗？啊，可以请，不，尽量引导，咱可以我嘛请 S 啊，因为你那我们尽量请 S 啊，哇，这裤子太趴了吧！可是我穿这 S 就有点紧，你看呀，这件裤子真的好好看哦。哎、啊，我不知道，这种是要配这种比较合身的，还是要配的？配合身一点，配合身嘛，这是说话。这穿起来，哇靠，有没有很瘦？我好喜欢这一件哦，就是喜欢那种落地的感觉。哎，变色了，先缩小。好。没，再缩小，缩小是吧？没关系。也很好。我跟你说，真的。很紧，没有刚刚加屁股，对，就觉得这个是，嗯，阿在紧，这条是对的。OK， 讲好了。谢谢啊。这样嘞。哦，短袖哎，难得哦。对啊，它新款的短袖哎。它是比较稍微料比较扎实一点，对对对，就是比较扎实。裤子好好看哦，就好怕。来哦，编号来到的，我看一下哦。你帮我用进来。好。然后裤子的话是有分在哪？那 S 跟 L。好。好。来，边特来到那个吗？先让你们看一下，先让你们看一下，这一件是他们，其实他们家都是棉T，就是短袖的，然后是新款，
所以很适合台湾的天气穿。然后它的布料就是有比较厚一点点的秋天在穿的棉，秋天在穿的棉质，棉质的棉衣。然后哦，你看哦，它这边它有用珍珠，所以它是英文，它是绑旧的，然后它有用珍珠上去，有没有？你有看到珍珠吗？它珍珠我看一下是哦，是钉上去的，有没有？不是粘的哦，钉上去。裤子的尺寸等一下哦，裤子的尺寸等一下哦，我先抱上衣，然后你看它是钉扣，是钉进去的，而且它材质真的很好，就是比较扎实的那种面料。裤子不要，来它。啊不，你有几件哈？然后这件呢，我量一下尺寸。来胸围，胸宽五十，长度六十，胸五十，长六十哦，可以穿到 L 号，可以穿到 L 号，然后 XL 也可以穿，只是说 XL 可能穿起来就变合身。好不好？穿了穿起来就是变合身，两个颜色，它的白色是不会透的，它的白是不会透。秋天呢、啊，它的棉只要是白色，它就是不会透，因为呢，它是有一点点的厚度的棉，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以为会不会透明，会不会透明？这还好，真的是还好，不好，真的还好，不会很透明。那、啊、两个颜色可以穿到 L 号或是大 L 也可以，它胸宽有五十哦，是胸宽有五十。然后这款价格非常便宜哦，来多少钱？来线上960，线下990，960哎，对，便宜哦，便宜。来喜欢的帮我打09吗？对，09，09白加一，09黑加一。然后它整个有没有它的英文是仿旧，然后呢是有钉珍珠上去的，有没有？它是有钉珍珠上去的，可以穿到大 L 号哦，可以穿到大 L 号哦。你们喜欢的话帮我打09，带颜色加一。09颜色加一，我穿那裤子穿到好累，真假，那个就看不中用，黑白裤子不行，黑跟白，对，黑跟白，两个颜色哦，两个颜色，然后只要900，啊？多少？刚才那件裤子不行，我都会帮你挑过，那个板子不行就不要，对，因为它穿起来就是我们不行，你们也绝对不行，对，好笑。好、啊，你们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在线上加，线上加有折30哦，好不好？线上加有折30，啊，我先拍照哦。那个，你的手机在哪边？没有，我手机。这个吗？你的保险洗。我。1、2、3，好。那换裤子哦，然后裤子它有分尺寸。你裤子 size 有 size 吗？ S M L S M L， 那尺寸个啊 M 号，开始聊聊 M M， 嗯，就是 S S 一个粗啊，那 L L OK， 是两百。来哦，尺寸我身上我穿的，现在我穿的是 S 号，然后它就是比较高腰，它就是比较在我的肚脐。M 号 L 不是 L 138，它的裤子有没有？它的这边扣子是在我的肚脐上面，所以它就是穿在你腰围最细的地方。我穿的是 S 号，然后这边是宽的，所以呢，如果你是跟我身形差不多的话，你就可以挑7。你就可以挑 S 号，因为它这边是宽的，然后它前面有做打，有没有？它前面有做打折，哦，好趴哦，很趴。然后你看它后面，面料很好，很舒服，它是软的，真的很舒服，它是软的牛仔，它是软的牛仔，然后它真的长哦，它真的是长哦，然后它有拖地哦，还要把它板一折起来。我还要把它板一折，因为我觉得它的布料真的很舒服，很好穿，很少穿到牛仔裤，它是有。就是你一定会穿得住，因为它就是很服，真的如果它的布料怎么讲形容，它的布料就是很舒服，然后呢它长度真的够长，所以我稍微有把它绑一折起来。来这条裤多少钱？来这件的话线上1460，线下1490，这么便宜？对，我算便宜哦。我跟你说牛仔裤加起来的牛仔裤，它有重量，
有。哎，对，没关系，我们就是从两。好，不要又来了。哦，我今天我头顶个黑惊到有无？你原来是准备夹来，而且原本是鬼呢，因为它有点有重量，牛仔裤真的是有重量，牛仔裤真的很重，对，然后外套也很重，它1400多吗？对，一四我怎样？线上1460，线下1490。1460一件牛仔裤不用1500，你们不加吗？尺寸有分 S M L， 尺寸有分 S M L， 有三段，他们家的裤子都是只做到 L 号而已。只做到 L 号哦，好不好？所以你们喜欢的话，不用1500哎，牛仔裤他们家真的是重质感的，而且它穿起来好爬哦，非常贵。对，然后重点是它穿起来就是跟我们以往的牛仔裤不太一样，跟我们以往穿的牛仔裤真的不太一样，这个很推荐你们买，不是那种很素的那种，它就是那种有打折特点，然后呢，店家的品牌哦。这个对，这怎么念 ？B Blue Lab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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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新店家的牌子，对 Label， 对，它是新的店家。然后你们喜欢的话，我改天逛这条古阿口金店之后的话，真的很好穿，编号10号。然后你们喜欢的话，要帮我打十蓝 S 加一十蓝。M 加一十蓝 L 加一，尺寸我觉得是正常的尺寸。我穿 S 号，这样穿起来是，你看我爬出去嘛，其实点点，然后它就是比较高腰一点点，我觉得它穿起来是舒服的，它穿起来是舒服的。然后你看它屁股后面，重点是它有副皮带哦。对，你看它有附一条黑色皮带给你。set 我一组诶，一组诶，它就是有副皮带给你。然后像你们穿这个啊，可以穿一些比较短版一点的，然后露出你的那种皮带，这样真的很好看。而且它版型布料真的都很舒服，牵起来我当时觉得哦，脚好长哦，因为它真的就是落地的牛仔，它就是落地的牛仔裤。然后尺寸详细的我有破完了，你们再看一下尺寸哦。你看你们尺寸。哎、欸、呀、啊，尺寸都正常哦，尺寸都是正常的。对，线上加一只要1460，不用1500，不用1500，你们真的喜欢这家，超便宜，而且它颜色，它的刷色真的很好看，有点那种刷旧旧的感觉。你看它中间这一块是有点刷这样黄黄的哈、哦，旧旧的那种颜色。嗯，它穿起来真的很好看，好。他们家跟浴室家蛮像的，只是他们家有做到 L 号。对啊，浴室家只有 M。浴室家这样嘛是有啊嘛是 L， 可是浴室家的牌子偏小，偏小，偏小，偏小。好，那、你拍了吗？还没。好。几点了？嗯。头有什么？有点是刚刚地震了。我差不多。我差不多。洗干搞啊。洗干搞。都不能熬夜啊。熬夜但我跟尿道也是真的不能熬夜，对。泡面。新疆跳到云飞，新疆没人哦。好，好，我在我的上衣，颜色两个颜色哈。对 ，two color，two color， 来两个色，黑白。哎呦，你进店吗？不怕，用珍珠。我现在对那个进店声音很敏感。珍珠。对，来黑白两个颜色，然后一样是短袖。短袖，然后是秋天的布料咯，秋天的布料，然后它前面的英文字很特别，很少英文字是写这样子的，有没有书写的？对，书写，然后呢它的英文字是好看的，英文字是好看的。然后我现在穿的是黑色，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然后呢让我背鬼啊，原来你刚刚很似曾相识。好，然后呢它的这个英文字，白色的英文字是杏色，是杏色，然后后面就是素面，然后我现在穿的是黑色，然后白色的英文字，可以穿到 XL， 可以穿到 XL， 来胸宽，来的，边宽来到了几号？11，来这件的胸58，长66，胸58长66哦，胸58长66，胸58长66，这样。对，胸58长66，黑色英文字是浅粉吗？不是，是米白，是米白色，米白色，也不是纯白哦，它是米白色哦，很好看。SU， 来慢慢取。
来线上760，线下790。760？对，我算很便宜。想说那个，啊，想说怎样？准备下班了，那个算今天才760。对对，你确哦？包色拜托，现在真的要包色，而且可以穿到 XL、SML、XL 都可以。SML、XL 都可以，而且它的面料很棒，它真的是高级棉，它真的是高级棉，这个是不会变形的那一种面料哦，好不好？我跟你说，已经换季了，很少还会有在有这种短袖，而且呢，我跟你说，短袖呢，你只要天气凉了，你外面就罩外套，要不然就是配个内搭，罩外套配内搭就可以。那个好不好？那个十号要带颜色，要带颜色哦。打十单 F 加打 S 加一哦，一定要给我打十，是颜色跟尺寸。那个冠之跟贝透嘛，就是请你们重打一下，因为那个你们没有带颜色，要带颜色哦，才可以折30的，对，麻烦重打一下哦，谢谢。那么打正确的话选30块哦。对对对，白色，白色，白色呢是米白色的英文是米白色的英文是一件只要700，700，线上760，然后线下790，夸张，来哦，只要760元哦，760元，11黑加1，11白加1，11黑加1，11白加1哦，好，好，你们自己加哦，那我先拍照。好，然后再来是我的裤子，来，裤子有三个颜色，我现在穿的是灰色，水泥灰，水泥灰，水泥灰，这个灰也很好看，这个灰就是很有质感的灰，不是那种脏脏的灰啊，也不是深灰，它是真的就是水泥灰，然后来基本的黑，然后杏还是咖，杏色，黑色。小丽，你要重打十号蓝 L 加一，然后两尺寸给你们哦。对，你要重打十蓝 L 加一。这件的面料，你要帮他就是先打一次给他们看。好，这件的面料啊是衬衫棉面料，然后呢是秋天的布料，秋天的布料，不是那种夏天的那种很薄的那一种，不是。腰围三三，到42。腰围33到42，臀围60，等一下我聊。好，腰围33到42，臀60。我们写吗？我打，就是那个我有打范例了，就是十号蓝，十蓝 L 加一，十蓝 M 加一，然后你们照我写的去打，这样子。复制也可以。对。那等一下。好。然后呢，它的口袋是做这种还蛮大方形的大口袋，没有方形的大口袋，它的经典口袋就是那种方形的，哎哦，就跟以往那种口袋不太一样。42，然后臀围60，对，然后大腿，大腿33，然后裤长的话90，裤长90，对。裤长也蛮够的哦，这款名字是，裤长也蛮够的，哦，啊，这件名字是前一扣老爷裤啊，衬衫这些东西的，哎，有点前一扣打的，没关系，就前一扣老爷裤就好。好，就不要死球，不要死球。然后这个黑色，然后还有一个杏色，还有一个杏色，对。还有一个杏色，杏色也好看，其实三个颜色都很好看。然后呢，第一眼是喜欢灰色，第一眼是喜欢灰色，啊，如果你深色衣服多的人，其实你可以加灰色，这样子配起来其实是很好看，而且这个灰呢它是有质感的灰，有质感的灰哦，好不好？然后我觉得长度也是够的，然后你要反折不反折都可以，然后呢我有反折一小子，对，一小子宽信，好，我等一下换哦。来 ，How much？ 等我搜一下。就都妈得黑。然后我跟你说，它面料真的很适合台湾，因为我跟你说，台湾真的现在真的，我跟你说，现在我几月啊？现在九月，快10月，还很热。
对不对？还很热，虽然下礼拜是不是会还会有封面，对啊，会有封面会比较凉一点，可是我觉得中午还是会很热。可是像这个呢，可以我们帮你们挑的这种布料都不会到说很厚的那一种，好不好？所以就是 OK 啦，面料都我们都帮你们筛选，对，好。然后呢，这个是杏色，是黑色，然后灰色，灰色。啊，我先拍照，我等一下画杏色。好，好，先帮我。出来告我告我！哎呀，眼睛到了。OK。OK。然后裤子价钱线上1460，店下1490。1460很便宜。对啊，对，很便宜。反正是很好看。对啊，而且它前面是有扣子，然后有拉链。所以呢，在穿脱的时候也是很方便的，好不好？好，我跟你说，在这里呢都要很没有羞耻心，就直接给他脱下去。就是，反正他也听不懂我们的语言。不要紧，那我给他全部啊。就买，不要紧，哪能给他拿我？哎。看到。来，杏色的，它颜色是杏，然后杏灰黑，杏灰黑，杏灰，杏灰黑，黑，杏灰。要帮他怕功课，对。然后我现在没有反折给你们看，这样子，就大概是九分，那我觉得反折一小折。没水哦，没刚刚摔到断水这样，真的、哦，我也想问，我拢爱咧好认真写，写到没水，原来你也会抖，不是啊，你要抖的时候要先这样，要有热气、啊，对，然后它就会有水。哎，杏色也很好看呢，没有这个杏色也好看，也是很有质感的气哎，好、哦，对。这个杏色也不错，本人的颜色很好。对，而且它的面料真的很棒哦，它的面料是挺的那种衬衫面，挺的衬衫面，很好穿。编号来到了12，编号来到了12哦，12，来杏色哦，一碗杏色啊呢。那我再拍一个杏色。我们看到了。对哦，十号的尺那个尺寸正常拿哦。对，十号是正常版型的，对，正常版型。对。下一款，来换我的衬衫，换我的衬衫，然后衬衫有两个颜色，有咖啡。嗯。哎，你去收什么颜色？是吗？刚才不一样，不能洗，那个短的不短的吗？换一支笔好了。好，没水啊，你都会不知道他的灯。他这个腰都怪怪的，腰围吗？偏大偏小。哦。哎。有型衬衫。上衣先吗？对，对啊，先上衣，因为裤子刚才穿。来，编号来到的那个13号，然后它是薄款的衬衫，我很喜欢。刚才啊，我拍照哦，咖啡也水。我觉得他们韩国这一次咖啡色做的很好看，咖啡。然后你看就这样，它就是有点，它长度也是很正常，它有点前短后长，因为它有点前短，然后后面比较长。它叫有型的那种衬衫，然后呢，它的黑色其实也很好看，因为它的黑是真的很黑的那一种，
薄的哦，薄的衬衫棉料哦，薄的衬衫棉料哦，然后量一下尺寸。好，它是咖跟黑吗？你好呢？好，长度前面五六，好，三，好，它有点前短后长，有前短后长。然后呢，两个颜色，紫咖吗？它有点紫吗？没有，没有，它是深咖啡。桂芳，它是深咖啡哦，青梅咖啡色，没有带紫色，它就是深的咖啡色。然后我觉得韩国他们这次啊，让我觉得很惊艳的是，哦，咖啡色看这么好看，就是杏色、咖啡色都做的颜色都很好看。然后呢，它就是做这种扣子，而且它衬衫很舒服哦，而且材质非常好，材质很好哦。然后这是我们新的店家，我们就想要跟就是之前做个区分，就是不要都卖太棉 T 啊，比较休闲。对。然后是我们就找了几家，觉得哎，它质感真的很好，然后就是穿出不一样的风格。我阿伯瞧不起木美棉 T， 你该买先吧，对吗？真的。卖腻了，卖腻了，卖腻了，真的卖腻了哎、欸！因为棉 T 就很难，就每天哦，这件棉 T 哦，前面有很可爱，有什么汽车啊、星星啊，对不对？对，对啊，卖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然后你看哦，你像穿这种衬衫，扎进去是不是就很好看？嘿，它的比例都出来哦。你这样你看哦，我的脚这样子有没有差不多60或是70，身体就大概30。那个比例出来就很好看，就是脚会很长，有没有？它穿起来真的好有型哦，我喜欢这件咖啡色哎，这件好看哎。哦，不同，对啊，不同风格。这件深咖啡色要搭什么颜色的裤子？搭牛仔裤啊，你搭牛仔裤或是黑色的裤子，就是你搭上次我们有卖过像这一种裤子，有没有这种颜色的黑色的都可以，或是你可以搭杏色的，像。这种颜色没有，你配这种颜色起来也很好看。咖啡色是很好搭配的上衣哦，咖啡色是很好搭配的上衣。我咖啡色衣服很多哎，我都是咖啡性的颜色。哎呦，所以就是你看哦，搭牛仔又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搭杏色哦起来会更亮，对不对？这是比较不一样，风格不一样的。然后我喜欢这样配，我觉得穿起来哇。我这把脚很厚白的，好无？白的啊！你看，我这裤我裤穿起来无？我脚长70呢，顶管30。真的，这件牛仔裤你们真的要加，因为穿起来好瘦哦，瘦歪耶。然后衬衫呢、啊，我刚好够尺寸。哦，有量了吗？有。衬衫的话，胸宽58，衣长前56，后63。对，它可以穿到 XL 号。是。可以穿到 XL 号，有两个颜色，来多少钱？来这款线上1460，线下1490，跟牛仔裤一样哎、欸。对，它跟牛仔裤一样价钱哎、欸，那你们就要买一套。我觉得它这样配一套起来真的很好看，因为它衬衫是有型的，然后是那个它那个料是好的。对，它料真的是很好哦。近看到你们看，它的料真的是很舒服、很亲肤，你们收到你们就会知道了。1460加起来，拜托，这个两个颜色都很好看。对，两个颜色都很好看，就是很好搭配。你看黑色如果搭牛仔裤其实也很好看啊，对不对？两个颜色都很好看，看你们喜欢什么颜色。编号几号呢？来，编号13号。13黑加1 13咖加1，加起来加 OK 好，先拍照咯。好，我也有够深，原来他会讲的版型不行，那腰看起来很小。你挺胸一下，挺胸1、2、3，好，你回来一点啊，对，啊，再前面一点好了，1、2、3，哎，等一下哦，一直有人经过，等一下，因为有你笑，好，耶。
欧尼。来，薄款的牛仔衬衫，薄款的牛仔衬衫。来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很薄哦，薄的，然后软的，它是软牛仔，软牛仔。十二号是那个薄款还是有厚度的？十二号那个老爷裤，先打折老爷裤。哦，这对，正常的厚薄度，正常的厚薄度哦，正常的厚薄度，它不是很薄，可是也没有到冬天那么的厚。对，我觉得很适合台湾。那再来是我的牛仔衬衫，哎，帮我量尺寸。好，来这件的胸围57，长64，长64，胸57，长64，长后面比较长。对，胸57，长64，然后后面是73，后面73，是后面73，然后它的面料很好，它是软的牛仔面料，软布的牛仔面料。然后呢，它的口袋是做这样子小小的，然后这里有一颗扣子。然后这个扣子是可以打开的，扣子是可以打开的。胸五七哦，胸五七，胸五七，对，胸五七的话，赛罗合身好不好？赛罗合身也是可以穿，然后你就是可以当外套，薄款的外套，然后你全部扣起来呢，你就是单穿也可以，外面再罩背心，或者是再罩一个就是针织的大学 T 背心啊，对，背心，然后。领口把它拉出来，然后下摆把它露出来，做那种假两件式穿搭也可以。然后它的牛仔，我跟你讲，就是不会退流行，然后是软的，很好穿。因为我觉得牛仔面料就是要穿那种有点软布的，对啊，这样穿起来比较舒服。好，旁边去啊，不要告诉你，不要没有、啊、哦，有一个打折，这边有个打折，有没有？有一个打折。他们像这种牛仔衬衫后面就会做一个打折，然后它穿起来会有那个弧度，会比较好看，不会说很不定啊。太平也不好看，对不对？你知道牛仔衬衫我也好多件，超多。是你准备 Coco 哎，我以前真的是牛仔的衬衫控，真的是衬衫。然后裤子可以穿到多大？裤子穿到 L， 大 L 还可以，因为它前面是这个扣子，然后有拉链，所以你可以拉到你最瘦的地方。然后刚才抢了第一件信，嗯，哎，这个很厚哦。那个那是毛料，那是毛料的呢。那个格瑞斯，那个是毛料的，那个会擦擦擦，嗯，那个会擦，那个比较不是好戴吧。哦，这款是十四号，然后价格是线上1460，线下1490，对吧、啊？他们家是俱乐部嘛，单一价1460，减价，哎、欸，全部都你看1460，1460，1460，很了解。那个你拿那种外套类的吗？1460。为什么也合？等下来问一下皮的那一件，好，皮那件是1460。哦，如果是皮的1460就可以，很便宜，很便宜，可以，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我觉得应该76吧。吓死！好、哦，然后编号是14号，十四号，那你们自己加哦。好，来拍照。好。这个蓝线。原来在顶来买黑啊，但是没有选到这个颜色，没有。那个鬼夜你要重打，因为你刚按到回复了，你要重新打一次哦，谢谢。哎、欸，你用红笔放一点。对对对对，这样这样最好一点，就是人站中间这样子。这样。好。好。后面，当然要求。不是，真的。要在中间的，啊，这样一点一样。好。我看你要求的点。这后面不行哎、欸。啊？然后后面他自己 P 掉啊。那怎么 P 掉啊？啊，对，奎彦有重打吗？回燕，帮我重打一下哦，谢谢。回燕，你要重打哦，不能打在回复那边，那这样没有折30哦，回燕哎、欸。对，回燕，麻烦重打一下。回燕，小米。不会啊，应该是1460吧。哎、欸，阿金亮。不是了吗？啊？不是哦。不是了。
哦哦，我靠！哦，那我这个应该哦哦什么啦？我的刮痕迹了。哦，耶！哎呦，质感真的很好。来哦，编号来到了十五。哎，九。对。这个颜色。然后14号，你们要打14蓝加1哦，要带颜色打哦，14蓝加1。四蓝加一。对。来，编号来到了15号，颜色呢有灰，有灰，灰，然后身上这个是信，信还是用白啊？信，信好了，信。然后这是绿色，这一件有三个颜色哦，有这边有黑啊，有灰啊，灰，灰褐啊，灰。这个是水洗的灰，水洗色的灰，然后这是水洗色的绿色，我觉得绿色也好好看哦。然后我身上这个要打信，如果你刚才有买这件咖啡色的衬衫，对不对？你外面可以配这样嘞，我觉得它的叠穿很好看，那种叠搭起来有没有？我觉得就是会比较有型，叠搭会比较有型。要打颜色哦，要打14蓝，蓝加一，要打 B 颜色哦。对，要打颜色哦。对，要打14蓝加1，14蓝加1。然后葵燕有重打吗？我帮葵燕加了。好，我想问那件多少？哪件？皮衣啊。好奇，好奇，准备淘气了。哦，还好啊，还好，还好啊，1460哦，还好啊，哦，说话，还好啊，因为今天便宜啊，对呢，对啊，还绑皮吧，跟绑了皮就不好，真皮不好护啊，对啊，对啊，不要，我们要爱护动物，对啊，对，我们不能去用动物，不然会杀那个，对啊，不得了了。对，谢谢葵燕，谢谢葵燕，有啊，葵燕有重打的。好、啊。对，他这一件衬衫真的很好看，然后呢，像你们可以叠搭，就是像这样子穿，我觉得很帅。就是你外面可以再穿一件这种外套，它也是衬衫型的，你可以单穿或是像这种叠搭，穿起来真的很帅。然后我编号是15号，对不对？15号，好，我行。然后它的布料是斜纹布哦，它这一块的面料是斜纹布料，斜纹布，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微弹，有没有这样子拉一点点，稍微啦一点点，颜色很好看，比较属于燕麦色，然后你们要的话要打杏，你们要的话要打杏色，杏色，啊尺寸，杏色，然后灰绿，好，然后尺寸胸宽58。长度前面54，后面57，可以穿到 XL 号，可以穿到 XL 号。然后这种就是很适合我们台湾的天气穿，因为它的布料，你看它的布料就是那种，你看哦，很像斜纹布料，有点像牛仔，可是它又不是牛仔的面料，颜色很好看，就是斜纹布。然后这个是灰色，灰色。然后我身上这个要打信，然后这个是绿色，我觉得绿色也很特别，哇。这绿色也很好看哎、欸，就是搭牛仔裤起来也很好看。要的赶快加一哦，折30咯，好不好？然后这款要叫什么名字？看一下。对，来。两口袋斜纹衬衫吗？然后你看它的穿外套吧，穿外套对。然后你看它的侧面很好看，是有圆弧形的，因为它侧面是圆弧形的，好可爱哦，真的很可爱。有无？啊，你啊衬衫痛出来较看会到啊，啊无你衬衫安样看袂到内底有无？所以它穿起来真的是好看的，然后它很轻，不会重哦，它很轻，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可以穿到 XL 号，来只要多少钱？来这款线上是1920，线下1950。来线上1920哦，1920，哦可以买，
虽然它单价会比较高一点点，可是它的质感真的很好，它的质感真的面料真的很好。然后前面它就是有做这个口袋，隐形的口袋有没有？前面就是有做这种隐形的口袋，然后它是钉扣，它是钉扣，有没有看到？材质真的很好，它材质面料真的很好哦，好不好？材质面料真的很好，后面也很好看，来、欸。有没有？那我要拍照咯，那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线上加一哦。靠边。好。后面干嘛？没。对。太慢了。他们家真的面料真的很好，哎、啊，跟比较休闲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对，然后尺寸的话是胸宽58，衣长前54，后57，可以穿到 XL 号。对，然后价格是线上1920，线下1950，有杏、灰、绿三个颜色。三个颜色哦。对，三个颜色。这款真的很好看。灰，跟杏灰都脱离不了关系。对啊。杏灰是什么？药局吗？对，最后一款啊。药局哦。哎、欸，你俩猜哎。对啊，路上都是好不好？我有一个男性的朋友在新规，真的有男性的朋友哦哦，这么好，感觉应该不简单哦。然后嘞，我是又要开始乱讲话了，有追求讲，快，讲啊，讲啊，讲啊，当我的嘴巴，讲一下，讲一下，有追求你吗？睡了没？讲一下，讲一下，可以的。现在我们那边十一点半了吗？对，没有，我回去，我们等一下再慢慢聊，慢慢试一下跟你们聊，没关系啊。不要，郭粉粉想不想知道？不想，讨厌。想知道的打响。我们乃云是那个我们公司的那个你麦哥来、啊、电花没有电花没有，你看那么多人追求10月1号要排队，10月1号就不是这么意思吗？为什么啊？来一个新的更美的哦，就换新的，我们有请一个阿梅亚，对呀、啊，年轻的阿梅亚哦，哇，有可能是那个、哦、追求乃云的从那个中网路拍到府前路去，天啊你嘞，哇。不要乱讲话，真好。对啊，来，你的故事呢？我也希望没有再不行啊，在节目上不能讲。我有酒，你有故事吗？啊，你有酒？不是一个那个广告 slogan 吗？酒，我自己有啊，故事你有吗？我没有故事，我没有故事，他真的没有。我是一个那个平凡人而已，我没有故事。对对对，你几岁？我几岁啊？你才是那个高手，高手，对对对，黑哥高手云集啊，对对，大内高手哦，对哇，充满故事的女生。屁呀！好来，再来是我的外套，最后一款的，对，最后一款了，我们还是我要回去休息。你们对这个有兴趣吗？皮衣耶，哦，哎，今年流行的，因为黄仁勋。黄仁勋是羽绒裙哎 ，AI 呀 ，AI 呀，哦对，哎，其实它这个还算便宜耶，对啊，哦对，好来我的外套，哦，哎，好算命啊，来外套，贵方说想哎，想，只有贵方哎，一个还好，一个还好，一个还好，贵方你要知道我在传讯息给你，私讯啊，私讯你，私讯，嗯对，私讯啊，安娜，好，来再来是我的外套哦，三个颜色，然后你看它里面反折是这个呢。它是条纹呢，不是皮衣吗？没有没有，是这个。这件，你们要皮衣吗？紧夹。OK， 对哈，来，你看它反折里面是这个条纹呢，是不是细节有做满，对不对？细节是不是有做满？然后呢，如果你不想要反折的人呢，它这个就是一个。好，我们等一下来皮衣好不好？等一下说要看皮衣啦。皮衣尺寸等一下、哦。没有，我现在在介绍这个。我们等一下还有皮衣哦。对，先看看我这件。然后它这里呀、啊，有做一个很像那种风衣式的造型。对，然后这个是可以打开，可是呢要这样子扣起来比较好看。然后反折啊也很漂亮。如果呢你对那种手袖太长的人呢、啊，你就是这样反折，是不是很漂亮？它里面是有配条纹的。然后这一件呢，它就是那种短版风衣式的感觉，这件穿起来很可爱。我的水。对，然后后面是，哎，你看到后面，不是很好看？嗯。讲一下呗。对，它后面呢就是比较像风衣式的纹，也做冷展。对，它做冷展，然后就很像那个日本的风衣，有没有？好好看。很像 Burberry。Burberry。哦，对。
哈哈哈哈哈哈这叫什么？Burberry 风衣，风衣这种那短版的风衣，对，因为我跟你说，长版的在台湾真的有时候穿不太到，对啊。可是短版的，我跟你说，就是比较时穿，而且呢，它的长度也不是说真的很短，它就是正常的那一种短版的外套，它的长度是 OK 的。如果你今天是 XL 来穿，也不会太短，都不会。好，然后你看这里一样有扣子，这就是这里可以这样子，那个扣过来，内里条纹。嗯，它内里是条纹，可以这样扣过来，有没有可以这样子穿？可是呢，我们在穿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随性，直接这样打开，然后有口袋，有口袋，然后重点是它的后面超好看，是做那种双层的，然后内里啊是条纹，信，哎、欸，它只有手绣哎、欸，它只有手绣是条纹哎，然后这边是哎没有素面哎、欸，好酷哦、喔！你看它的那个手绣啊，是内里它是另外在接的哦，它就是要想让你就是想要反折的人啊，这样子才有那种配色的感觉。然后呢，哪颜色呢？有黑、灰、杏，黑、灰、杏三个颜色，黑、灰、杏三个颜色。然后黑色的反折一样，跟它的灰色内里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是黑色，这胸宽黑色。然后肩膀这里呢，没胸宽、欸、没胸宽，因为它真的很宽呐、啊。60对，然后这里呀、啊，肩膀这里它是有做一个造型，这个都有做造型。56好、哦，长度56对。然后呢，三个颜色，来，杏色、黑色、灰色。然后穿起来呀、啊，它就是真的穿起来脚很，因为它就是属于那种短版的外套。短版的外套，然后里面呢，它这里还可以扣一颗，然后外面这里还可以扣一颗，这样子。然后我现在穿的是灰色，然后里面就是配一个束 T， 或者是自己的内搭都可以，然后直接这样子罩。然后手袖呢，就是反折起来超好看，然后不反折的话也可以。好，多少钱？来，这款本来是要2000多，我定在2000以内。1990，这个2000以内你确定？对，哦，来线上1960，线下1990。哎、欸，我这个上手链的包包嘞。对，哦、我这个还有上礼盒嘞。对啊，哦、我这上鬼啊嘞。对，然后线上个折30。对，差点吗？我们就是拼一下，拼一下。拼了，拼了，拼了！赶快加起来，这个这种外套不用2000块，真的很离谱哎。穿的很好看，而且我觉得穿起来很好看，就是不是那种很成熟的那一种外套，因为有时候风衣像这种风衣式的外套，有时候穿起来会觉得有点老老，然后很成熟。可是它这一件不会，它这件穿起来是有点可爱。后面超好看，然后灰色下面配黑色的裤子，是不是很好看？是不是很有质感？有没有？超有质感，超有质感，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一回而已，没有，你眼睛都没看着我。有，我有看你。你们两个，一个眼睛看那边，然后一个眼睛看那边。我在看电脑，好不好？我在看手机。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灰是不是这样子？有，是不是很有质感？对，对，你眼睛好红哦，因为好累、啊。你先拍，眼睛好红的。好，穿杏色啊，我先拍，是木先拍那个。好，好累哦。我给你拍一个。我等一下穿杏色哦，欸這個、用2000呢、欸，我怎样用欧美省啊，紧呢、欸，我就省油油，紧呢、欸、哦，一个开心的欧美省啊哦。现在是放福利时间呢、欸、，OK， 往前一点 ，OK， 紧呢、欸，一个开心的欧美省啊哦，你看紧呢哦，我就因为方，呀，下播又开始聚会啊，对。而且这种外套不用2000真的很夸张，眼睛真的很夸张，眼睛充满了血丝啊，你是不是太浪了、啊、哦，这样酸哦、嗯、看起来好像不会皱，对，不太会皱、欸嗯、我觉得它的料很好哎、欸嗯，你看我感觉吞了吧，头发有个穿我现在有个穿衣不会皱了，说真的他们的料真的很好，外套尺寸哦，来，请量吗？胸宽60，衣长56，胸宽60，衣长56。对呀、啊，我那穿杏坤配黑也很好看。对，那我现在也是穿杏配黑。对，杏配黑，杏配黑。
很舍不得被舍不得啦，我很舍不得，受不了了，好想回去哦。被逼我的子宫又觉不是子宫，膀胱就觉得哎、欸，开始又胀胀的感觉。你们现在这样看得出来我月经来吗？看不出来，就是女生不是那个来就会很没有力，可是我就是有没有？你们很好看，对，是不是？我们出卖灵魂啊！对，其实我是，其实我们回去就是跟虫一样，有没有？来，杏色，杏色。然后那个 Jennifer， 你要重打，因为你那个中间有空格，这样不会录单哦。Jennifer， 对，就是我有打范例给你看，然后你帮我重打，或是复制我的范例。Jennifer， 对，早点休息，明天再继续，因为第一天真的都会比较累。对对对，因为第一天坐车坐太久。而且我们其实后面蛮赶的，因为我们飞机是下午两点的，所以我们到这边已经七八点了。而且他们车超多哎、欸，他们路上的车真的，如果你是那一种很赶时间就是急性子的人啊，在这边开车你真的会飞起会压起来。对啊，因为他的车流量真的很夸张。对哦，湘云阿林衬衫是13号没错。对，13号哦，13号。那我再拍一个杏色老妹。妹妹。哎、欸，破坏它不用2000这么夸张哎！真的，因为本来是要定2100左右，2100，然后2070。给他点一点啦，啊，给他点一点。OK 。OK， 我也叫不听到声哎、欸，我的腰窄骨啊，而且这外套算 不重哦，因为有一些那种两层那种外套啊，都会很沉，都会很重，它这个不会，它这穿起来很舒服，真的。然后它近看的面料是这样，它斜纹，对，它的布料真的很棒，而且这个在外面店面至少都要快3000吧，刚刚3880吧，有的还开到3000多块、欸。而且这个温启董圣安呢，真的是乱算，好不好？真的乱算，因外套没，以后就给他算了啦，以后就给他算好了，因为他现在要那个啊，要收集他的粉丝，对，最好啦，又来了，哇，你们整天挑拨离间，真的是，你觉得我们两个会挑拨离间吗？真的，我男人是三级打嘞，走挑了，对啊，是那么久才在挑，挑这外套只有一个是吗？对啊，好来。皮衣我们第一次要卖，我们之前有卖过皮衣吗？好像很久之前有过一次，然后这个是合成皮哦，因为这种价钱绝对是内斗开始的，内斗啦，你看啊，站起来，我们下播之后再来内斗，对对对，再来怎么斗，打起来打起来，看怎么斗啦，好吧，啊，好跑吗？我起来跑，哎、欸，我真说真的，我第一次穿皮衣耶、欸，跑不哎，可能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没有那么到。那么时髦，时髦皮衣，你们觉得好看吗？好看再开。我第一次我要讲老实话，对啊，第一次穿皮衣，可是它吊在那边真的很好看，试试看啊，好不好？好，反正因为我觉得，它真的价钱很便宜，嗯，很帅哦。对啊，湘云可以啦，湘云有啊，超级安尼吗？哎、欸，安尼啊，头发。哇，可以这样子背帅，可是我背不过来，我只背不接帽边。我想问你个姐嘞，尺寸好来我量，他确实要叫我姐啊，姐，我不做大姐很多年了，来胸五，你组谁？长度57。357，胸部长57。什么颜色？一色黑。哎、欸，他这个帽子可以拆的吗？对啊，黑也的。那这件要打那个？可以拆耶。漆黑加一哦。这整个帽子可以怎么保养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正常这样子保养哎、欸。然后你不要，我觉得不要丢洗衣机洗、欸。像这个，你就是用那种什么湿纸巾什么的，这样擦一擦就好。要不然你就送洗。在旁边吧。哎、欸，要不然就送洗。因为它这个是合成品，所以说这个是合成品。台南方的女堂主，堂主好，这件要买。
好，读好。我跟你说，以后你们两个都我照了，然后就穿这些出来，有没有？有。你确嘞？确啊。确嘞？确。确确。确确确。可以啦。我觉得没有穿过皮衣可以试试看。可以哦。而且它皮是软的，哎，好舒服哦。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它皮是软的，而且我觉得皮衣不要找那种真的很亮的那种皮衣，哦，那很紧，很奇怪，就真的你一眼就看得出，你挑多卖你，嘿，就是你那个什么呀，刘德华，你的样子，你的样子，可是它的皮衣是一个很像布料，因为它不。就是它不是那种很亮面的那一种，它还是有一点点雾雾的，它不是整个很亮的那一种面料，这样懂我在讲什么哈？然后前面是这样子，整个是前扣式的帽子，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把它拆开，可是我觉得要配帽子比较好看，因为是这样子才有配色，这样子才会有配色。香云不会重，非常的轻， trust me， 而且好好穿，好不好？帽子拆掉呵，好，我先拍一张，好，我先拍一张，我等一下帽子拆掉。对，然后这款的话，胸宽55，衣长57，胸宽55，衣长57。哪个铁球啊？哎哎，往前一点点。哦，帅哦。嗯 ，OK， 我阿妮基来啊，阿妮基啊，我是女台南帮，不，台南帮的女帮主。阿允姐，你们要拆一把刀有没有？你的皮衣里面要拆一把刀，拿刀拿枪，拿枪啊！对啊，哦、直接拿着啪，阿你话，你下头啊，我搁爱吼你遐走无？下头你都准备准有没有？然后拿枪，我永远就可以把你打碎啊！你打不到我。哎、欸，旁边还有开叉哎、欸，对，没有，旁边还有开叉 ，very good。啊，这件价格很便宜哦，这件线上只要1730。Sure. 然后线下1760，1730 皮衣，对皮衣耶，又没有大一号，对啊，这个没有分尺寸，丢，这个没有分尺寸，可哎，它这个是有肩线的哦，所以穿起来很瘦，有没有？它肩膀， yeah. 它肩膀有很瘦，因为它是有肩线的，它是有肩线的，不是那种落肩的，哎，真的，真的，好酷，嗯，啊，不是，好不像你的衣服。然后还不能笑，对啊，然后头还要扔三七步，还不能笑，有没有？看有没有在大两号？好，第一我们再帮你找找看。S U 说台南帮的帮帮忙大姐，帮帮忙，哎，你马帮帮忙，哎，对对对，哎，谁？香云啊，帮帮忙大姐 ，S U 我爱和你讲起拢漏掉呢，变逻辑，我也生气拢无。变弱鸡了，我变弱鸡啊啦！来，我把帽子拆掉给你们看。我本来很凶，有没有？我变帮帮忙大姐。帮帮忙。帮忙啊！那时候，哎、欸，你是哪个帮？帮帮忙。帮大姐。阿允穿的裤子是几号？几号啊？你是几号？这个衬衫几件？看一下啊。启动穿一下。我带你更新。好。12号，12号。裤子12号哦。啊，资讯你裤子再po一次，来，把帽子拆掉，变圆领。哎、哦，马尾麦呢？我圆领全包会垮哈。圆领马尾麦呢？比较更有气势啊。对对对，更知性美了，更帮帮忙大姐，是吗？是吗？是不是更帮帮忙？帮帮忙，帮帮忙大姐啊？请问你是哪个帮？帮帮忙。对，来手袖帮一起帮帮忙，手袖它有接螺纹哦，所以你就是可以这样子硬帮帮。哇塞，大家好，大家你们全都是硬帮帮。那你要是硬帮帮，靠呀！哎，头顶不够，漏掉了啦！真的，把谁敢叫我们出来敲敲哪几下？哎，请问一下你是哪一个帮的帮主？硬帮帮，不是你是硬帮帮，我是帮帮忙。好了，再就帮我拍一张。好，还要拍哦。我拍你洗，我拍一张。你有大嘴拍你免起来呀、啊？哦，啊，背来背去，你好意拍呀、啊？好了，你拍。我起来了，不拍一下。哦、你拍呀、啊？啊、哦，我在走着。为什么你后面都会站一堆人？可以把它 P 掉吧？怎么可能 P 掉？1 2 3帮帮忙大姐。好，后面要吗？
后面哪里够皮吧？我来启动，你来穿一下皮衣。可是我觉得这件不一定穿一下，因为这件胸宽五十五，我觉得不一定穿一下。我觉得启动应该不行。对，我觉得应该不行。因为启动好像就不行。不是，因为启动今天穿的那个衣服太宽，他如果再塞这一件的话，塞不下。因为这个肩线，我觉得应该进不去。你这个你拢看麦呀？应该不行，看麦呀？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应该不行。哎、欸，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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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了，对，不行哦，那个 DU 启动不行，对对对，因为它有是有肩线的，对，我最近有练肩膀，最近有练，等一下我不知道，等一下我眼睛不知道现在放哪里，干嘛？嗯，干嘛？没说。你是你好玩的笑啊？怎样啊？没事。干嘛、啊？你怎么了吗？没有没有。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好了，好了好了，最后一组了。好了啦，差不多了啦。好，最后一组填给你们的啦，快一点。最后一组真的填给你们呢、欸。填啊！你刚才说练肩膀，练肩膀。那、啊、怎么了吗？好，哎、欸，你说这个多少钱？啊，这个，哎、欸，加一个无够好哩，对啊，卖啦，哎，一件我伫外口买，卖490，对啊，免费送哎、欸，对哦，你看我们送皮带，然后又送帽子，是不是？真的是买皮衣送帽子，对，买牛仔裤送你皮带，对。哎、欸，这可以拿去配别的衣服啊，要穿很蠢哎、欸，你是对，你是谁？我到底在演哪一出？你可以 拿下来吗？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件这一个可以去配别件的衣服，嗯、对对 对, 对，可以。啊，好了，第一是线上1730，线下1760。结束了，我要结束了，累爆了，累爆了啦。好了 ，OK 哦，那你们自己加哦。你们自己加，我们要下播喽。好，啊，下播就没有那个折30喽。对，还、啊、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个每天可以私讯我们。对，私讯小帮手，小帮手12点才有上班哦。对，是哦。对，那再给3分钟哦，你们先加，我们整理一下。好，对，然后你们可以往前面拉回放这样子。对，我觉得这质感是我穿过。我是没有穿过皮衣，可是我觉得它质感好好，因为其实它很轻，它很轻、欸，对，它很轻哦、喔。对。然后后面这里啊，没有介绍到，它这边还有一条车线，因为假设是真皮，它会很重。然后这边有打折，对，真皮的可能我觉得真皮的也不好保养，你买这种1000多块的就好。对，就其实穿坏了也没差这样子。然后很轻，然后面料真的很好，它就是一个很像布料，不像皮衣的感觉。皮衣是17号。嗯。然后它的这是软的，整个很软很软，好舒服哦，超级软。而且才1000多块，对，你知道之前有一个客人，你们还记得吗？之前有一个零售的客人，对，然后他也都很喜欢买皮衣，他买那种皮衣一件都7-8万哎、欸，哦，对啊，对啊，对啊，就一件的，进行亏，然后我靠哎，一个店面哎、欸，然后他好像是在做卖什么二手包包还是什么的，啊、哦，我在底下西门路上嘛，对吧？对，他好像没做了，对。哦，他很爱买皮衣，他说他买的皮衣一件都要7-8万，都算万的呢。嗯、对啊，这个才1700多。算万的应该是真的那个动物的皮去做的哦。对，可是那个真的不好保养啊。对啊，因为你要送去给人家帮你整。对，而且 你,、啊、你没有保养好，它会回味会裂，还会发霉，也裂开，对，还会发霉，跟我们的皮包一样啊。对啊，很重。对啊，好哦，给女儿穿，赞赞，谢谢 DU， 爱你哦。啊、DU 要带颜色哦，要带十、嗯、对17黑加1，你帮我重打一下，谢谢。爱你，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卖皮衣，可是我觉得它价钱真的很 OK，CP、啊 okay, 值很高啊 ，CP、okay, 值很高。對對對，你我刚才秀诶，杯你有杯子就它重轻了，对吧、啊？你坏掉其实也不、嗯、穿起来就跟黄仁勋一样了，变首富了。哎，我跟你说，反而这个还比较好照顾。你买那种真的一件几万块的那个，真的不好照顾。对对。好了，那我们要结束咯，我们明天预告，明天会去卖 New Balance。对，我们明天会卖 New Balance。然后晚上还会有新的店家。对对，所以来，明天一定要再 follow 我们，对对对，好不好？真的 OK 哦，谢谢。明天下午见啦。嗯 ，New 可以哦，这个很好整理啦。对，嗯对。好，那我们要下播咯，拜拜。拜。我们俩看脸好老啊！对啊，真的很老哎、欸，就跟阿华跟。